八点哦，八点哦，怎么有人在展现他自己抖 N 的一面？烧的一直在烧哎、欸，八点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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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不得了啊！新的鬼抓人要带给大家红绿灯鬼抓人，好棒！红绿灯，大家小时候有玩过红绿灯吧？有，没有？有吗？说没有的就请离开迪叔走啊！啊，拜拜，大家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我可以，有人离开了，有人离开了，没有玩过哎。可以说我玩过自由灯吗？自由灯那根本是虐鬼，就是没有碰到当鬼，我们就会玩自由灯。自由灯，嗯，就是你红啊绿，它可以自己来。自己喊的，自己喊，自己叫。真的吗？大家有玩过三字经吗？没有，有，哎呦，三字经怎么玩？哎、啊，这其实跟红绿灯一样，只是红的话你是要讲三个字，比方说呕吐罐，那、啊、你都不能动。哦，那那我看到巧克力来的，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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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听不到听不到听不到。大概就是这样，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玩的这个呢，红绿灯，它在麦块的话也是一样，就是你可以使用红灯，那你就没办法动，鬼就无法抓你。那如果人家要救你的话，他物品栏会有绿灯。就是走到你的三格内，尽、量就是贴近呐、啊。那右键那个绿灯就可以救你，你就可以继续移动。键、好，对。那避免呢，大家变成像躲猫猫一样，整个都躲起来。所以还有加一个自定义的，就是呢，每回合每一分钟，我们要有人靠近鬼。哦，要人在鬼对靠近鬼八格内就可以了。对，那他。这个到时候最上面画面会有写，就是说，哎，有没有人已经完成这个任务？只要一个人完成，大家都 OK。哦，就对，因为有这个任务，就避免大家全部都离开。那如果那个任务没有完成的话，我们之中就会有人直接 GG， 直接离鬼最远的直接 GG 哦。哦，我们就先基础红绿灯给大家体验而已，基础的。后面应该一开始有一些说明，简单，鬼抓人就是这样子。哦、OK， 好好的，人这么多，我们今天有就是12个吧，300多个，300多人，6万，开门了是不是啊？在这里，我没办法改你，开门了，七千人，我们有个幽灵本机，今天是12个人、啊，12个人，幽灵本机，幽灵本机，你怎么没看到他？我没看到他，没有哎，为什么只有我可以看到？哦，你也没看到本机，你开眼了吗？哦，猎宝机，我太厉害了，太强了，太强了，太强了！好，没事，我们就先四分钟看看，然后、鬼的话两个还是，反正就先尝试看看嘛，三个鬼说不定都可以。好，好，随机一个坏孩子当鬼。哎呀！哎呀！我是坏孩子，你非当鬼。哎呀！我一直多了。三个鬼试试看哦。好。一样。刚刚游戏时间4分钟，那你要被抓到，你赶快红灯，那你也可以跑。鬼的速度是有加速一。哎，我怎么断？你就离开游戏了。你被抓走了。你被抓走了。直接被抓到。直接跑掉，鬼的速度是加速一，所以会多少快一点点、好的、那每一分钟就要有一个玩家靠近鬼才可以。好的，其中一个鬼就可以了。还有说啊，到时候你玩就知道，那个红灯它会很调皮，红灯所以要小心哦。很调皮，要注意一下。没关系，我们玩了就知道。哎呦、直接开始！哎，我记得它可以直接开始了。哎、有了。你们发现这红灯会跑动哎、欸，抖来抖去。红灯不容易，绿灯很都是固定的。红灯就是那四个会跑动。哎、我换到、我们要等那个等鬼、你们是鬼呀、鬼闭嘴。对对对对。哎，所以我们现在是要找任务吗？我们要做什么？没有没有，我们在躲啊，红绿灯就躲。哦，必须有一个，就是每一分钟只要有一位玩家靠近就可以。我要来抓蚂蚁。有人靠近了，有人靠近。对，蚂蚁已经靠近了，所以你看最上面有血有没有？此回合成功，我们就不用怕了。这边有很多人哦，那怎么样？可以右键吗？靠近了，右键会看不到那个，可以吗？然后你明明加速，你在提问，没有加速，这干嘛？这是砍人吗？我有加速，砍人啊！你是鬼，你敢用砍人啊？你再躲一个，不是要躲一个？要丢哎！
你来了。他是怎么按？是 Q 吗？Q 出去，红灯要 Q 出去。白痴，都是 Q 啊！不移动，所以你要瞄准哦。没有了，我们是第一场，就是让大家努力，熟悉一下。阿斯，我要来偷看地形了。全员中间啊，不 GG 哦，所以要怎么还在？医生，靠近红灯的人按绿灯的 Q 吗？对对对对好好好， okay. 感谢感谢。一前一后，然后你也会显示就是离那个最近鬼的格数，在等级上面。好看好看好看。阿叔，阿叔走了，有没有好可怕哦？不是，我没看到巧克力，好奇怪啊。看不到啊！我没有玩了、啊，我不玩了、啊，他不在了、啊。哈哈哈哈哈！我整个不玩了、啊，你怎么不玩？我掉到下面去了、啊，我哪知道？我只负责救人，还是可以害人，你好恐怖、哦！爬一下，爬一下，快点！好。为什么有人在红灯好下面哦？这个太下面了吧？这样子。哎，你怎么又红了？你怎么去抢盘我？对呀、啊，很变态耶、欸！我后面是很危险呐、啊。啊，不然呢？我是不了没有哎、欸。阿基，阿基，这个跑马地快红了，哦，还太快了。那有错耶？他们真的水池啊！哎，我们去躲起来吗？他们我觉得当没有，这是快乐。阿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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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月辛苦，阿月辛苦。哎，我 Q 出去了，你没有绿的可能痛了。感谢你亮了，感谢你亮了。阿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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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凡。买啦，买啦，买。买啦，不能一直靠近红灯的人啊，离开一下啦。哎，我追阿杰，追阿杰，追阿杰，别哥不要，阿杰，阿杰，别别别，阿杰，我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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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害怕，我上去被救哎，我小雨，小雨六，小雨六。有没有知道？有没有知道？哎，哈基帮我看，哈基，哈基后面有人吗？哈基，谁胜谁胜谁？三比三，三比三，三比三，三比三。哈哈，落到落到鬼市，一直跑就好了。乌龟，乌龟，剩落到鬼市跑就好了。哦，有了有了有，都在右边。包夹啊，没 Q 到，完了，这两个是两个，不要，不行啊，不要，不要，最后一分钟有没有就会都有发光哦，包夹包夹，可是我看起来好像有点太可怕了，巧克力在这里耶。我要让他们过来啊！没有，任务已经完成了、啊，是你要过来，好不好？对了，对了，啊，任务完成了，你知道我在哪吗？在哪？在哪？过来就可以了。我在这里啊，妈妈。啊，在哪？在哪？怎么来啊？这个地图有两个那巨大僵尸，这有密道。左边的僵尸是死路，右边的僵尸有密道。哦，所以你怎么过去的？哦，没有这个，这里有。你明明就知道，妈妈吃他。你明明就知道，哦，是我，哦，是这里吧？哦，是哦，哎，海杰，我们赢了，没有坏孩子，第一场就给大家体验一下，体验一下，哦，好酷哦，我们好好，我们就是坏孩子，哦，哦，我们是鬼，你们是鬼，哦，对。哎，大家可以过来看看，这边游玩的时候会有两个大僵尸盖住了啊，左边这里是死路，右边的话就有一个小密道。嗯，我难怪我刚看你下去，普利帕的上面。对，哦，哎呀，我忘记了耶，你记错了，才多久之前而已。啊，地图其实还有蛮多奇怪的密道啦，像你们刚刚也躲在下面，我也不知道在哪。哇，你们怎么都可以偷偷躲在下面，好坏哦！这个好酷哦，这个才是坏海区方法，有没有指令区？这是应该是没有，欢迎大家可以找出来。好，这里还有，就再来哟！都快都看光光了，都看光光了。哦，哎，有人摔下去啊！摔出去了，是不是？去啦！太多人了，去啦！太多人摔进去了吧？
三个鬼会不会太多？刚刚其实也只是一个鬼，最后一分钟好像有点太强了。那没有衰落伤害啊，这样大家就可以尽量跳哇、啊，就两个鬼好不好？这两个讲好讲好，不可以那个鬼不能守了红灯的那个人呢、啊？你不能一直贴着啦，你要至少保持安全社交距离。安全十格八格。但其实，因为他如果一直靠的话，你等于是那个任务也会直接完成。哦，对，所以没关系、啊。我记得红灯的不能贴。红灯不行吗？对啊，我记得红灯。真假的？我们就再看看，可以用言语抵制他。也是发发、哦，然后一些新发，就是你们啦。哎呦，小雨，小雨，发发，小发发，小发，小发，小发，你是很鬼耶、欸，好鬼耶、欸，来低一点，我是鬼。你点一个，哎、欸，最近的玩家，最近的，而且我把你恢复了。哎呦，繁星跟小雨可以了吧？小呀，哦。小心他们两个、啊，小凡，你吃醋了，小心，你吃醋了，小凡，小心哦，小心哦，小心觉得有点小凡，好可怕啊！然后他们点位了，我们点位了，快点位了，快点位，走快走快走快走，绿灯，哎，为什么会飞？因为你们会飞啊，你是有移动缓速，还没开始，还没开始，被进行攻击的话会弹出去。我要打杰克，不管了。不要啦，那你这里有什么厉害的吗？不知道哎、欸，我刚看到的。好好好，跟你走，我相信你哦，爸爸。可是这是死路的、欸，你看他怎么不见了？死路没有，哎、欸，你不见了，爸爸。传送点哇！哎、欸，你怎么被传走了？这是新的，新的，传送点哦，有新的东西。爸爸，那你去以前那个死路的地方看，会不会有传送？啊啦！小三，小三，你的红灯呢？小三，你的红灯会听到，会听到，鬼会听到啦。去那个死路的，说不定置之死地而后生。是这样吗？然后那边都是鬼，那边都是鬼。对对对对对对对。没了没了，我去偷一个想伤害的，你可以。由于太喜欢我了。哎，我还给你讲说机会丢红的。哈哈哈哈哈！别说丢红的，赶快 Q 你们丢到人啊！你们 Q 啊？好像有啊，我看是有哎。好像有吗？我进去，我进去，这个是鬼，没有一个黄金铁三角。你看我跑到你旁边了，是右键吗？我传送，没有啊，我传送来了。Q Q Q， 我刚当鬼，我没用过。阿杰，阿杰，我做，我做就好。因为你当鬼不听我们说，你就杀红眼了。对，没错。哎呀，得得得得，不用不用那么着急的救，可以让他们久一点。哇，好猛啊！对不起，救全部人都起来了。等一下，杀掉他哟！不要，你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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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一救，不要一救。哈哈哈哈哈！太多人了吧？有有，你剩两个好的。两个绿的啦，只是两个绿的啦。我们很害怕。在哪里？在哪里？快出来！哎，小雨，小雨，这边有绿的人呐，我这边。哪里有绿的？我这里，我这里，这里。不是你，我这里。这个 BOBO 吗？这个绿？没有，没有，不是啊，还有别的啊，你自己找一下。巧克力。对啊，你找一下。我是绿的，我是绿的，我看到了，好远哦。没有啦，啊欸、那小我站在这里看一下，有人来救人了，有人来救人了。哎、欸，先救，哎、欸，不是啊，不要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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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他救了就把那个宝箱里面去了。不要救，不要救，拜托。这边后面还有个小坏坏。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要求。有人来救人了，我看到了。他来了，不要了！你快点救他！我不能红灯啊！我不能红灯，红灯，我要红灯了！你有看到吗？你有看到吗？你有看到吗？红灯全死，红灯就全死了，红灯就全死了，剩一个了。干嘛啦？这是躲游戏吗？你们在干嘛？刚红一遍了，没办法。不是你们红的距离太近了吧？就。躲救了我们就是那个十字路口上的嘛，你是那股的，有巧克力。好啊，我小下不是有个洞吗？小可以在那边啊，哎，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你好远，那完了，有发光了，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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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哦，全部人都在那里吼啊！跟巧克力，我要解释一下，我刚刚叫他们来，叫小雨来我这边，
不是要抱我自己人的那个位置啦，我是要他帮我解任务啦。哦，你说把那个解掉是不是？可以啦，最远的。我操！这也是你们全部人都在那里，超好笑。对，就是有球在的游戏耶。我在拿着望远镜看，然后完全没办法过去。太多了，在这里的。对啊，而且好多队友都不想被救哎、欸！不要救我，不要救我！你看后面有鬼啊！你知道那些小雨很期待我被救，我的天哪、啊！对啊，看因为旁边有鬼在追啊！鬼在追，不能救啊！最后一下，最后一下啊！哪里？那接下来更可怕哦，他还有这个叫做惩罚红绿灯。好，就是呢，如果你红灯太久的话，你也会GG。哇，对啊，其他都一样。那他是有一个说明啊，我不太懂，因为我们也没玩过，可能要实际玩才知道。就是说，你红灯太久，你死掉的话。在五秒内，如果鬼在附近，可以自救。对，不确定会是怎样的一个方式。可能是如果鬼一直守住你，守到你死了，那你还是可以自救成功。我想说一个东西，有没有？就是你红灯，然后鬼就一直永远待在你旁边，然后等到你挂。对，但如果你如果是红灯在那里，你附近没有鬼的话，那你就真的必须要有人救，不然你就会GG咯。那个下次跟笨鸡说，把两格高的草或花打掉，因为刚刚波波我砍不到，因为他卡在两格高的草。这个是别的作者的哦，不是哦，是本鸡做的。我刚刚不是说本鸡哦，想说作者。作者有听到吗？听一下作者，上天的作者，上天来喽，好吧，杰克哈基来喽，哦，哈基，那我们那个接近鬼改大一点好了，好不好？12个，八就很大，没有，因为刚刚还是人类全灭啊。哦，好了。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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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要分散要分散，红灯不要在一起，分散我们是他们的奴隶。太久会死掉，所以你要自己小心。来了，他们来了，啊，这个会传，对，有低速这里这里，我这里来。哦，你走了啊，算了，我不走了，干嘛？这里，你进来，哦，有了。进去，上去！不要，好玩的，好玩的，你不要蹲。我又忘记是用 Q 了。哎，偷打我一下，我看到你了，他掉进洞里了。好可怕！下一个是谁？好像恐怖片啊！我不敢露头哎。哦，这喘气声超像，真的哎！很多很多在那个苦力怕上面啦，去那里。那古力怕有十几个人呢、对啊，十几个人。因为你会有显示多久吗？没看到显示多久。那你的附近，我刚好忘了改。这还是原本的吗？因为刚没改到，说的很开心，然后就忘了改了。所以这应该还是基础的。那也可以过去。啊？哎，你又不行了，又出事了。哦，那里有一道墙，你的屁股露出来了，迪叔。哇，所以这么一道墙。啊，真的哎！我以为那是没抢的，我以为对啊，屁股露出来了。这场模式没有改到，还是一般的哦。好，是谁啊？完了，那么远就有到吗？就到吗？三格距离。哎，三格有三格吗？哎呀，那我跟迪叔这样有三格，你有五格，应该也没有。先不要啦，杰哥，这里是不是要来要啦？要来要。迪叔你死吧你！要啦要啦。那里有一个，不是啊，下去会死啊！怎么上来？上去啊！什么？小心，有鬼！他们考验你的技术。哎，是怎么上去？这里没看到洞可以上去啊？有，这个有。这边有一个。有一个楼梯，这边离这附近没有很远。High chocolate， 哈哈，你不要来，
那个哈基就是下面守着那个苦力泡面上面的十个人、啊。哈基其实就真的是在我们附近啊。对，是在我们附近。爷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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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找那个楼梯在哪里？你不要害我，你不要害我，你不要害我。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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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楼梯在哪里？去找楼梯。你不要害我。可是你在我旁边，我很害怕。你去找楼梯，我就不杀你。你一直跟在我后面，我很害怕，我不知道，我找不到、啊，不怕吧？你也很害怕。哎呀，你怎么你了？真的，让他死，让他死，让他轰轰轰轰轰轰轰，让他死。没什么用，雷欧都聚在这里了，最后一分钟、啊。我刚救了迪斯哎、欸，对啊，刚才去救迪斯。迪斯，红灯，这两个红的蛮近的，我有点。这个，其实你们活着就好，你们活着就好。哈基真的是在我们附近，真的在我们附近，找一下，你找一下。绿绿的，绿绿的，巧克力附近，巧克力附近，对，绿绿的。他们都不知道，提示是绿绿的啊。真的，哎，对，在绿绿的东西，在绿绿的那附近，绿绿的，这个绿绿的，扎起绿绿的附近，绿绿的，水那里是一个密道，不晓得是到那里。水，绿绿的。绿绿的，绿绿的，嗯，对对对对对对，那边有一个，很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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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快了快了快了 ，so close so close， 有有有，快了快了，很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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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你刚刚哪进这里啦？哪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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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哪里啦？哦，这里呀，这里都是哦，哪这里？你有海草在那里，还有海草，哇，真的不容易耶！好厉害，好坏哦！进这里啦，我进这里啦！暴走坏孩子，暴走坏孩子，走下去，走下去，这里啦，这里啦，我来啦！哎呦，有了有了，惩罚模式，红灯25秒就会GG。好，好。所以有25秒的时间哦。好，影月，哎呀，月月跟繁星，终于不用按红灯了。繁星来换一个，好，按哪一个？靠近，靠近，有有有，嘿，啊，影月跑了，完蛋了，完了，完蛋了，完蛋了，我们红起来啦，有没有另一个点起来啦？你在打，你在打 ，B O B， 我看到了，你打，你打。又在打我都想过，如果红的话会怎样？让你躲，你可以红的，还在打。我等一下，我再躲。繁星，你看，就是你，你太胖了啦！你那我不懂啊。哎，不会你丢了？哎，你还敢啊？我告诉你，我来等你，我来等你。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靠近一点那边去了，我去那边红。你可以成为天边中那个红红的人。他来了，他来了，发光了，发光了，发光了！哇，红起来了，红起来了啦！没救到你，没救到，没救到！你不要讲，你不要讲，你要讲，你要讲，你要讲！你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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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是红的，对，上面都红了，上面都红了，上面都红了。哈基跳下来，哈基，我接住你的，哈基，哈基，不要接住你的，不要，我接住你的，跳下来。你们在上面，破掉，你是不是？完蛋了，我要死了。我去找他，我去找他，子去，哈基跳下来，不要，你都在那里，你继续待着呢。我知道他们在哪，我知道，我知道。这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哦，对，我不知道，我知道，我都不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是哪一种？我什么都不知道，杰克。我可以卡他吗？我可以卡他吗？哎，我就是在想说，我在这里要当门神，你知道吗？对耶！我卡他，我卡他，你就25秒时间啊！卡不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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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不住！你们在干嘛？阿基，
他们两个想救你啦，是你一个，哎、欸，这一个，哎、欸，原来原来，来团团救救我，你又绿的，你又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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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红，你哦，觉得这个反而变鬼太强，孩子好害怕哦，孩子好怕，不能躲在那种太隐蔽的地方，队友就救不到你了。对，队友找不到在哪里。那十五秒可能太短了，我们可能三十秒之类的。对，那好，四十秒，四十秒，还行。谢谢佩妮的抖内，真蛮有趣的，好刺激哦。再来随便两个哦，你要红你要红耶，你团苏跟团团团团团小坏蛋，我偷打你团团苏，迪苏是波波打你的，而且迪苏刚刚你在好位置，波波自己把你拐过去，然后跟你一起红到死，你看他多坏。哎，什么叫做我跟你红到死？你把我逼红灯的，所以都该杀。对，听到没？要不要？那是说我们都该杀，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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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无关，跟我无关。有跟你有跟你有关，我清清白白，一清二白吗？青红皂白啊，好卡啊！哎，对他有些地方会读到东西。这位同学，这位同学，这位同学，这位老师，哎哎哎，你干什么干什么？你怎么会卡住啦？这位同学，你怎么在这边？我要往上敲，亲王当啦，王当啦！哎，有红色哦，那这样不行哦。哎，跟你，我要跟着你。你不要跟上我啦，不然就被发现。同学，同学快跑！同学快快打一下，两下。红色乱跳。对。同学，你怎么还在跑？嘿，同学。无言死啊！叫无言死。他来了，他来了，他来了。你这样会淹死啊！你要不要上来啊？他们淹死，你要上来，你会淹死吗？同学，你后面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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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痴啊！受不了，看一下左右，他会乱左右跑。迪苏，你这个坏人！蚂蚁救命！蚂蚁，你在哪？你在哪？你在哪？没有，你躲着好好的躲着。哎呦，你是谁？还有两分半，还有两分半。同学，怎么刚刚有人躲在这边啊？蚂蚁，我不够，我不够啦！旁边隔壁有同学，同学，你刚刚我刚刚教你，你该教命出来啦！出事了，带人来了！出事！快跑！导演要带人给你。H3 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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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按 H3 完整 ，H3 完整。出事了！快跑！我们都活着，我们要卡一下，卡一下。好卡好卡，这边都会好卡，这是卡一下卡一下。对啊，那地方好卡，超卡，迪叔你想干嘛？迪叔你很坏，我卡住了，迪叔。蚂蚁，你打几下迪叔？杰克你超坏的，你怎么？杰克杰克，迪叔游下去了，迪叔游下去了。哎呦，同学，他知道你那里啊，他知道。爸爸快点跑！爸爸走快点！爸爸走快点！爸爸不要回头！同学，你怎么在这边？同学，不要回头！不要回头！快跑！完了完了，我们这两个人呢？回头啊！快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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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你怎么跑得比较快？我有一只天空在接，我没有让，你怎么没有让他那个红到死了？红到死了，完了，输了！一群骗子，你又骗！红到死了，红到死了！哦，完了完了，没救了，没救了，没救了，玩不了了。有一个地方可以躲哎，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哦不，完了，剩一个，没救了，没救了，完了，完蛋了，十五秒，阿叔快去，
有机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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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受不了啊！有机会，有机会，有哎，有哎，有哎。有机会，有机会，阿叔快点，空白键 ，Kuroki，Kuroki， 空白键，空白键比较没用，没有，这个没有用，没有，这个没有用，这个是个心理感，那个心理感，心理感，对，我有点低俗，他是不行啊，快了，快了，低俗不要了，差一点呢，我这过来，来来来来来来，有有有，耶！哇！哎呀，真的哎，爸爸真的是最后一秒救到我哎！好猛，太猛了！杰克，你超坏的，你就像蚂蚁，你的蚂蚁就真的因为我没有啦，我要去救，我太慢了，我也跑过去了，没关系，刺激刺激。那接下来我们来换一张地图看看啊、哦！哦，有新地图，还有别的地图哦，啊、很大哦，蓝图海港城，海港城，这个可能先搬个鬼看看，好，好啊，不然避免太大，大家都跑太远，米菲、发发、哈基，哎呀，真的很大耶！我很大，地震蛮大。我怎么什么？谁又一直又在打？谁又打？又打？你又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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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讲，我郑重声明哦，那个有没有巧克力的狗？亚洲波波？什么？什么？亚洲波波，怎样？亚洲比欧比欧，对不起，亚洲波波，这张牌好大哦，很大、啊，但它好像就没什么密道的样子，是真的吗？那样比较好啊，我都不知道怎么走密道。好哎，我找到无敌点，我找到无敌点，天哪！好耶！哦，又无敌点了，是不是？今天晚上站在这里，然后看哪里。他等下红灯，我们就不用救他，把他无敌。无敌点，无敌点，无敌点，没事。无敌尔啊，无敌。啊，鬼都可以善用，就是那个你可以看到最近的人在哪里。嗯，哦，就靠近他。哎，可是好像没有显示，哎，没写。又不没显示，哎，我靠！一开始好像没有。有啊，有。后面一点后来会有。有吗？忘记了，中间上面会有写，他也就是最高吗？他现在没有写，现在没有，不是可能后面一点，那有哎，距离鬼几格？喂，喂，没有，现在有了，现在有了，停了，我停了，有了，有了，哦，我这附近灯发光的，只有看到。蓝星，蓝星，蓝星，我不杀你，我不杀你，干嘛？跟着我走，我去找下一个人，你帮我捡到红灯就好了。好。抓交替呀！有有看到那边一个，那个红了，那个是无敌点的吗？那个是无敌点的吗？快死！对对对对对，解他解他解他，对对解他的解他的，一二三，哎，自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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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一二三，解解解自己，一无敌点，一二三，被抓了，哎，都没有用了。救不了哎！我来，我不能救我呢。还有那个，还有几秒钟的无敌啊！哎，没有，他只能用红灯几次，不是吗？我记得不是有这个东西吗？哦，对耶，有生命啊！哇，他们玩成别的游戏啊！可是我地图很容易宕，是我的问题吗？有时候会好卡的，有的地方会宕。怎么有鲨鱼？怎么有鲨鱼？鲨鱼！米菲，你会游泳吗？我不会游泳啊。你先去泡水，然后按 Ctrl 或是两下 W。杰克，你头要吃到水。我要吃到水。嗯，我有在游吗？在游泳训练班。低俗。的人小雨几秒，小雨几秒，十秒，完了，我跟你说十秒，来不及了，我旁边太多鬼了，你要变美鬼，你要变干嘛？你知道变成思雨了没？思雨，
完了完了完了，太多鬼了，正好不正不门，不要不去了，指挥要成功，我远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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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后面后面，太可怕了，大家躲起来就好了，大家躲起来就好了，永久发光，永久发光，多好了，反正丢一只脚就好，你的一只脚就好，哎，有一个在，不要，好远哦，好远哦，我送你绿灯好不好？不要，忍者啊，忍者，逃哦！你怎么逃？又在逃，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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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就是逃，又逃，我就逃，好远哦！你们那飞檐走壁啊！感谢会员，好就好。你们不用救我，你们不用救我，是你吗？我变鬼了，你要跳上来了，你要跳上来了，怎么跳？等一下，我要跳，你要跳，好，你加油，我先走了，回来了，回来了，哦，跳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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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等一下，刚刚有内鬼了，我的天哪，有吗？啊，什么内鬼？没有吧？正常游戏啊，没有，我们要抓，我要找 bug 给作者修啊。还有人养小鬼啊？屋檐跑上去太 OP 了，他可以太远了。对啊。等一下，那个屋檐，如果你发现可以跑，就不要跑。好啊。好。我刚刚也只是稍微看到。来，那接下来我们还有其他模式。嗯啊哈。混合模式可以看看啊。它就是跟惩罚红绿灯一样，但是呢，它的红灯是有限次数的哦哦，所以超过红灯的使用次数的话就没有办法了。那不确定是一个人还是全体啦，全体的灯哦，对，有可能是全体，就是最多我们只有哦，大家共同有十次可以使用哦。哦，所以可能要看看哦，应该就是全体啦，他不可能算单人。好，好，十次的红灯，那就再来，随机，随机，随机。耶，玩够，换下一个，他点一个，那我要去哪里点？哎呦，这里，哎，耶，哎，你点错了，怎么了？所有人都重了，大家全部变成红的。那个迪叔波波来。地主卡住了，我把他杀掉。卡住了，杀他！没问题，坏孩子团要来追人咯。点那个，对不对？右下角，右下角，右下角嘛，对不对？右下角。迪叔、波波跟团团哦。好，走起来！红灯，九个玩家，我看到了十次哦。那个鬼，哎，我为什么可以动？我看剩余十次，哎。我刚看虫都死掉了啊！我死掉了，所以我现在可以动。哎，满意满意满意，不要动！你要先站在原地，站在原地，站在原地，我站在原地。站好！你们是九次吗？你们是九次吗？没有十次，十次啊！那还是固定的，所以他是算个人哎。那等下我们把那个人条少一点。好，快笑死！你这作弊鬼！一个人可以红灯十次也太多了。哎，你看你去哪了？去这里啊，小角落啊。哦啊，我没看到，我没看到。你没看见我都在角落害发发。好，是不是死路了？我说我自己来红灯一下。妈耶！你带我去解。哦，对你红灯了，你带我谁来摊？带我去解小雨的嘛呀？什么东西？什么东西？问我什么东西？鬼是有加速的，对吗？加速会比较快一点，没有问题。哎，那我不要卡一下。你发现我啊？你怎么在这儿啊？哎，怎么？但是我们已经两个人红了。两个人红了。我以为你不会看到。我怎么红了？我听到了角落发出的声音啦！哎呦，等一下啦，我迷路了。瑟瑟发抖，他还继续在我不是，我迷路了，我迷路了。嗨！啊！救命！救命！你红了，你妈妈妈妈想救你。没有，没有，你看不到我啊！哪里哪里，我也要去。那你过来一下，不是你是哪里啊？哎，我明明丢下去了！红刀死了！妈妈妈！哇，
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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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你看我脚底这个方块，有啊有。哎，游泳是不是你看恒星那里低速一样啊？游泳速度是一样，你过去恒星那里看看啦。游泳是等速，那游泳掉了，是不是时间快没了？看看会怎样。什么意思？要死掉了！你看看，哎，恒星不复活吗？没有，完了，没有，世界外，世界外。我气死掉了，谢谢你，完了，剩五个人。都在那边哦，都在那边有了，看到了，看得到吗？我在远处的角落，你以前不是没有，是有人，是有人瞎的。No, Bobo, no. Yes, I want you. 你的手好像笑起来。I need you. 哦不，音乐，缓慢。哎，音乐，你会先溺死还是死掉啊？我发现杰克的，哎呦，那是我的杰克，完了，你超远，我觉得大家很混乱，完了，左边，团团这边，这边小雨，啊什么没有。没有，剩一个人，还是那红灯，给你红灯，爸爸加油！给你红灯，不是不能红灯的吗？他是鬼啊！你不信他讲话，他是鬼。爸，鬼啊！不要，完了，哭了，我们要救爸爸去吃马奶锅。真的哎、欸，好吃，好想吃哦，好想吃，要吃了，吃了，好吃。那我们最多使用两次红灯哦，一个人，一个人两次，对你被救了，再用一次，再被救就没了。好，好，三个鬼太多吗？有一点，蛮多的、啊，三个鬼感觉蛮。哎、欸，可是其实如果你们每个人都在那个水那边游，其实鬼不好追、欸。对啊，有的话跑速是一样的啊。有啊，因为速一样。我刚刚追雨月其实花超多时间的。哦，真的假的？嗯。哎呦，你要跳游泳比两个鬼看看啊。然后就大家都跑去死。我们红灯只有两次，而且红灯40秒就会死了。嗯。好。走起来。哦、我还在烧，我还在烧，我还在烧。完了，没事没事，快跑！出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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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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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喽！出海啦！完了，是不是来不及了？哎，角落真的比较卡一点。可以跑多远啊？跑多远？特定的地方比较卡。最远的地方会有屏障，你就尽量跑啊，没事啊。怎么那么卡？这里是传送点吗？哦，不是啊，有吗？我们是没看到啊。应该是在跑图吧，感觉上。对，就海边吗？海边很多人啊，海边很多人。哎，很多人哟，有一个不会游泳的。我看到有一个不会游泳的。你们是不会游泳？去海边呐？有人在水里面有旱鸭子啊。怎么有人已经那个了？你不能了！哒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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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那个是鲨鱼，好可怕！哒啦哒啦！鲨鱼追过来，鲨鱼把它追过来！把它追过去吗？我在，那它在往另外一边，不是另外一个吗？几个？哎，海底好多鲨鱼哦，两只鲨鱼！哒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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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海边，他们全部都在游泳啊！海边有那个沙子、啊。鱼被吃完了，我们可以吃。没东西吃了，没东西吃了。先走了。没东西吃了，人家准备去当人鱼了。有人买一送一啊！买一送一，麻一送一哦。麻一送一。蚂蚁这样送什么啊？哎呦，买一送蚂蚁，完了！哪里呀？哎呦，这有一个在跑的哦。
贼啊！没有啦，没有啦，你看错人了啦，走开啦，走开啦！不要不要靠近，不要不要，我们救他们，不要不要啦！不要不要，里面五个鬼，救不了，救不了了，救不了。太多鬼了，太悲伤了，鬼全部在彪彪旁，我受不了了啦！你要卡一下，卡一下，这里卡一下，这里不算，不算，不算的，不算的。哈哈哈哈哈！不算。救命啊！救命！低速快跑，低速快跑，不要低速快跑！哈哈哈哈哈！发发 baby， 好可爱哦！发 baby， 卡这不算。啊！我就差一秒救到波波啊！哦，好可惜。天哪！你刚才在哪里？不要不要！你在那个超级远的地方，你跟我讲说你要差点救到。我怎么救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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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你完了完了完了！跑啊，小女孩，快跑啊！快跑啊！快跑起来！杰克，跑啊！跑远一点，跑远一点！我尽量跑了，不跑了。哎呀，跟远发光，我不能躲了，快跑啊！我们分散，我们分散就可以了。嗯，我笑。哈哈我狂打，我不知道怎么去。红灯的是谁？杰克，不行啊，杰克，完了完了，来了来了，哇，两人一起救，两人一起送伤，两人一起救，好多人哦，打我打我好不好？不要追到我，去追杰克啊！不见了。我刚才不会你哦，打我啦！打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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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那边，好好好，那房子都收回来。我追的出来了。啊，你追那个？啊，你出来！你出来！你出来！来不出来！出来！当人鱼啊！当人鱼！是这个海吗？这个巧克力这里。啊！有海鱼！有鱼！有鱼！有鱼！弟弟。哇！哇！其实我没有红灯可以用的，那你用光了，哎呀，好久，比较大，没关系。还有第三张法兰克福，法兰克这一个地图比较特别哦，它有一些地方有马车，那马车前面会有一个压力板，踩到的话它就会传到另一边。哦，我们上次玩它有点接触不良，就是第一个人踩没反应，第二个人踩，然后就传走了。没错，对对，所以对自己评估一下哦。好，好，那新地图直接就三个啊，好吧，好，有没有小雨条款啊？小雨，不是有小雨条款吗？小雨条款，哪有这种事情？哎，我们红绿灯剩两次，哎，不算你啊，当然就两次，有两次，好漂亮哦。碰车不要乱搭哦，你搭了红灯可能就出歹机哦，会出，你会穿土哦，你会穿土。你手怎么一直举起来啊？为什么会这样？你考爆也抽筋了，你也是啊，抽筋，抽筋，欢迎你留在这。有没有好地方？好像没了哦。哎，这边好美啊！这里有这个，妈呀，超美的。这个是谁？这个超美的。有那个什么？这个是什么？什么这个？什么钟吗？我被大笨钟啊！有问题就踩，就会被传。因为我是垃圾鱼，我是垃圾。他有时候会写什么？马车正在准备中。马车正在准备，你要离开再踩。有一个 CD 时间。还在准备，还在准备，没办法踩，没办法踩。还在马车，还在准备啊！会误点哦。躲起来，躲起来！你们怎么都在地底下？哎，你们怎么也在这里？太低俗！哎呦，好啊！我过着极简的生活，这极简的生活，脚的脚的。哎，鬼，我找到宝宝了。哎，小雨，小雨啊！杰克救一下迪叔啦！有忍者龟，有忍者龟，有啊，另外一边有另外一只啊。不是啊，这只有只活的。我知道，可是我抓不到啊。哦，哎呦喂啊！期待这个是色鱼耶！你看这只啊！迪叔，你迪叔，色鱼，迪叔，
地鼠，啊，地鼠，你要没救了，你要没救了，复活之术哦，那怎么下去？地鼠，这里有蚂蚁，这里有蚂蚁哦，有蚂蚁，有蚂蚁，有人的，那我没动哦，谢了，那你叫贵魂呢？哎，这贵魂呢？头啊，你再去救地鼠一次。好快！来救迪叔，来救迪叔，来救迪叔！蚂蚁没了，蚂蚁没吃醋了，蚂蚁没吃醋了。哇！就是对对对，记得卡了一下。我觉得一直游是不是不太好？一卡一卡了，又卡了，卡哦！这房子好卡哦。它有一个地方会进这个房子，这房子有那个也会卡，那个区有那个区。有那个房，那个房。我刚刚讲红灯，好无聊，好无聊，丢了。你是在，你明天对不对？你好，你是有要救我？发光了，大哥，白痴，感觉比较高。哦，太远了啦，迪叔。我为我队友争取时间。哇，这么厉害！太远的啦，他出名了，跑过来都花一分钟了。去啊！然后在这里，我白痴。找到了，乐色鱼，乐色鱼。没有你，没有啦，不是啦，不是啦，是吗？我现在在修马车的啦。我打架，我被你打中了。你被你手撕哦，你这样不 OK。有人在手撕，我在手撕，撕你，等下就可以复活了。出来了，出来了，走出来。哎、欸，我刚刚红灯没 Q 到。哎，是来救救我的吗？来救救我！救救我这个人是谁啊？下水道好远呢、啊，这里好多人哦、啊。哎，有鬼来，有鬼来了！我死掉了！哦，这边可以这样进来，好猛哦！哎，为什么你在下面？你倒啊！隐约从我跑进下面，我不知道怎么。他那个很猛哎，没有，这下面那下面有水啊，有水啊！哦，下面可以游吗？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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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下面没事没事啊，没事啊没事。游不了游不了，没事，真的没事。哎哎哎！有鬼！完了。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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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会游的，有一个会游的，有一个会游的。全部被抓到了，很极限哎，差一点输哎，差一点点，好可怕。那他还有其他模式哦，我们接下来玩卧底模式。哦哦，游戏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可以跑，我们不知道谁是鬼。哦，对，那时间到的时候才会就是说你是鬼这样子。哦，那是我们是他们的奴隶耶。对，才会公布。所以你一开始想说，哎呦 ，biu biu 在我旁边好开心哦，然后结果忽然间他是鬼，哦，好不爽哦。好爽！心机游戏，心机游戏，心机游戏，心机，心机 girl。你有两个，三个，三个，三个吗？可不可以设第十二个？等一下进去应该就会换啦。好，不然就测试看看啊，我们就远离 biu biu。好，好，很简单，因为 table 就没了。哦，然后大家都有红绿灯。哦，雨月靠近鬼，雨月靠近鬼，所以雨月一定是好吗？所以可以靠这个再来靠这个去分析耶。哦，所以雨月好了，因为他还是要靠近鬼的。我先撤了，那只要大家跟着雨月走了。因为雨月太好了，所以我们跟着他。你们怎么跟着我呢？你们走开的。没有，我没走过这里啊，我想看看这里的世界。这么确定？米菲鬼啊！米菲，你干嘛啦？米菲，我就想跟着你比较安全啊！你刚刚都走一些很奇怪的地方哎，你都很奇怪，他想砍我，我没有啊，卧底过真的你，我现在真的，哎，爸爸，我好酷啊！我就开心跟着你啊，怎么在这？不舒服你，哎，他不是了啦，原来迪叔，他到底是不是啊？你看到我了？肯定是你们，我们是他们的奴隶。
是哪里呀、啊？被吃了，小雨又跟米飞了、欸，哇！哇、嗯啊，你们两个是怎样啊？那为什么雨月可以接近是？对啊、哦，他接近鬼是不是？啊、鬼接近鬼，鬼接近的是他的鬼，没做事啦。哇！哎、欸，我也哦，这个没有那个惩罚，这没有惩罚时间。你是说红灯吗？对，红灯没有就可以一直红、啊哦。我们是不是很安全啊？米菲的话，安全安全。没事，你上不去啊。你说我在喝水，我在喝水。好酷啦！喝水，我在喝水。完了完了，门呢？米菲那个跟呢？就你的那个喽。为什么掉下去？我操！阿基，啊！哈水差点喷出来。来的我慢啊！哈哈。哦。你看这小雨就是不行了、啊。哎，后面有，哎，完了，后面有绿的，后面有绿的，走，走，走，你们快跑，你们俩快跑，你们俩快跑，你们俩快跑，我不会用，怎么突然卡一下？你来我就红，你来我就红，为什么大家都在这啊？你好，快跑，快跑，快跑！收到，收到你哦！原来是跑那里哦！啊，人怎么隐形？哎，怎么走？怎么走？你死了啦！揍死了，揍死了，他们死了！感谢竹子贤贤的超级留言，啦啦啦！感谢抖内，感谢感谢。快好。绿灯喽，只剩两个绿灯喽。那我，哎，米菲，啊，我这附近有人哎。你这附近有人，你不要过去，你不要过去，你不要过去。对啊，我这附近有人。我不要过去，两个绿灯，两个绿灯，两个绿灯。好，走走走。我红灯，我红了，我红了，我红了啦，红了啦。不要乱讲，我是蓝色的。完了完了，包他们，包他们，另外一边，另外一边。不要乱丢，不要乱丢，小雨，我这里啦，小雨。不要不要不要，好乱哦。不要走，不要走。等一下，等一下，我跟你做交易。等一下，我跟什么？我跟你，哎呦，交易，什么交易？什么交易？有问题，取消，取消交易了。哎，米菲，哎呀，米菲这边，你干嘛？你离他们远一点。说不定马车好了。你为什么一直伤害我？马车，我那一辈子最好了吧？马车，为什么一直？那马车快点接上，还在啊？马车，马车还在。可恶，小雨哟、啊！这到底什么东西？我踩会怎样吗？可恶了！没有，他要叫你过去解任务啊！解任务！哎，好坏哦！他想利用我哇！等一下，我差点就上当了。那个马车，我从一开始就已经在那边看，然后从头到尾都没有准备。哎，对，他从头到尾都没准备。我觉得他是随机的，就是你可能就是说20%踩到会传送。对啊，他那怪怪的。他有时候看那个马车上面的旗帜，他旗帜亮起来就代表可以搭。嗯，哦，好玩好玩好玩，好好玩哦。一切的希望，马车都开心啊，你得意啊，开心。在底下，我操控弹啊，他可以操控那个鸡飞起来。真的？怎么飞？那我们最后他还有一个沙漠小镇。哦，有小细节。对，他说这个就没玩过，他说因为他是新的，他说地图比较小啊，但是有小细节。那我们卧底啊，没关系啊，啊比较小，我们就先两个鬼好了。好，那这个格子数差很多，小细节感觉就有很多密道哦。啊，自己小心哦。沙漠哎、欸，是不是有点小啊？哦，很小哎、欸，真的很小哎、欸，哇、啊，是有点小，对。哈基靠近鬼，哈基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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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刚刚就这样，哈基是鬼。想地上怎么会有，地上怎么会有混凝土？那我先找人了。哈基啊，哈基有哈基、欸，我先找人了，来，有哈基，来，嗯，你就慢慢找。欸欸、真的有哎、欸，真的有哎、欸，哎、欸、哎、欸，哈基，你看，西瓜片。啊！哎、欸，我怎么自己红自己啊？你怎么红了？你怎么红了？我丢西瓜就红了，又是还是我给你西瓜，我有西瓜。爸爸，你想吃西瓜吗？我给你吃。那、啊、西瓜不见了，真的好小一个。
快让我变鬼，快让我变鬼！你是不是想回我？让我变鬼，让我变鬼，快点！他想骗我，他想砍人，让我变鬼！他想藏砍了我，然后拿我的西瓜。哎呦！你不要！你不要过，你是不是鬼？波波，你是不是鬼？那边你要干嘛？哎，讨厌！你一直接近我们，你不要过来啊！没有问题哦。不是，跟白痴发了，是还是快跑？还是你哦？哎呦！哎呦呀！一点都不小，看我的东西。可是他蛮多可以跳的，有很多可以绕的。哇！哎呦哎呦，就到了，没跳好。我让你考验你的跑酷了，好不好？啊！这里卡住了，球在跑酷。跑酷地图，好难哦。练一下就不难了，练一下就不难了。安娜，起立。那你要不要死？我会成全你。我要叫哦，我会叫哦，我会叫哦。仙人掌白痴，你上不来啦，哈哈。哈哈，你不要被我砍到啊，哈哈。你要被砍了，你要被砍了。一个看外面，一个看外面，一个看外面。有有有，可以可以可以。怎么那个？这里。你在找鬼吗？你在找鬼吗？哇，你们那边全世界最亮哎，你们那边。会有地上会有假的绿灯啊，或混凝土。假绿灯。哎 ，Q 出来哦。他长得跟绿灯混凝土啊，混凝土。出来了，白痴。他自己 Q 出去了，他自己 Q 出去了。他在这那里也太错了。哎呦，你们那边怎么一堆啦？小雨，你在叫我砍你，你在突破地图。哎呦，这边有另外两个 H。爸爸，爸爸，看不到我吗？帮 H 三完整，耶，谢谢。对啊，但是我动吗？等，你们那里我可以动，怪了，怪怪了，可以动啊。我的天，不要可以动啊！我以为你是红灯，我一直以为我是红灯，我救你。假红灯，有假红灯，剩一分钟了，这是屏障哦！天哪，要，对不起，你要不要？要，你要不要？不要，我停在这里。哦，你是好人，你这人灵魂出窍呀！哦，我可以动了耶！哎，好，这是。跑酷地图了吧？这是跑酷地图，是很小，但是就一直绕，一直跑。你以为你自己是红的？哈哈，对啊，你叫他，叫他快点！哎，哎，你们躲开！等一下，不要啊！没看到，这太多跑酷的地方了。对啊，那鬼要多远？三个鬼，地方虽然小，但是很多跑。要限时间的那个。那不然这个啊，这么小就可以玩这个啊。我们以前玩的叫做自由灯嘛，这个也有重生红绿灯。自由。霸凌鬼的游戏、啊、可以无限的重生、但是你总死亡数超过指定的次数，游戏就会提前结束。哦，所以可以一直按吗？按的就是感觉比较像是死了会复活。对，那但是就是他们只要杀到指定的人数就可以结束了。对，还是会赢。红生红绿灯，那死了没关系，就对，有关系，没关系，有啊，就是对方会加一分，对方会加一分，什么意思？简单来说，就是比方说我们九个人嘛，那我们总命可能是九条命，你死了你会复活，我们就变成八命。哦，等于你死了九次，你死了九次，我们就直接没了，就直接输了。懂了吗？好，拿别人的命接关的意思。别人的命有出。米菲的命才是命。哎，没有，你不可。那不确定他的这个死亡数是不是十次就没了？嗯，我们就先试试看，十次哦。try C 丢灾，好，就是。啊，是道鬼吗？还是不知道？
知道啊，我、哦、知道。欢迎欢迎一个，欢迎一个、啊、没当过的，耶、yeah ，没当过谁？小雨，你之前有当过吗？啊，我当過，我比较少当，我想当。啊，那小雨去当，诶、欸，玩家，杰克来当鬼，耶、yeah ，哪里？右下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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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下角吗？这个，这个，这个，哦。音乐迪叔跟杰克哦，嗨，好，迪叔大师，你好强哦，什么大师？迪叔在烧，也好烧哦，成功搞的，哎呦，跑到宫顶，快快跑，快跑，跑，还是跑，跑，跑，跑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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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不是我，我看到了，看到你手挥剑了，乱打的，我没有，我这好难跳哦。这里有屏障，都是误会的，我是误会的，很多地方有屏障的。十次哦，上面很嗨耶，这好好，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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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错了，你看错了。这其实这样子感觉对鬼更有利耶。哇，你们要山羊在登山耶，干嘛在登山？一堆山羊，迪叔，你要找你的姐妹花吗？不要不要不要，我帮你救她、啊，你就可以砍她了。不要了，你们登山大队、啊欸、不要了，这样子。蚂蚁，登山大队，你推到我了。登山大队，你回复我哎、欸，你这样就可以那个呀、啊。蚂蚁鬼来了，登山大队，快跑！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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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恶！能帮帮忙，快跑啊！快跑啊！阿里怎么有无敌之剑？阿里怎么无敌之剑？阿里怎么无敌之剑？啊！好好好。这里有一只蚁飞在这里，来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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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可以，哎呀哎呀！好好好好好好好！别人走了，我看到了。你干嘛呢？就在这里，哎，因为空中好陡，完了。妈，怎么我们已经死七次了，我觉得这对鬼反而更有利。对啊，鬼很开心。小雨，对不起，对不起，有红。你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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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红。今天我来救人，我来救人，让你们赢。我买一送一，好扯哦，好渣。相信。为什么卡的？哎，那个一条命的，是一条命的，从死亡九次。你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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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啦，要输了，被秒杀了。不行，还能波波用你飞的命来换，好快哦。这模式反而就变得更难了，对，好难哎，很难。那这个啊，最后一个模式叫做累积红绿灯。他这边是写说坏孩子是无限重生跟红灯、哦、但是呢每经过一定的秒数才会给绿灯、哦、那游玩是这样子，你累积到指定的绿灯数就可以获胜。哦，对，好吗？反正就是你要尽量不要去使用绿灯，你的绿灯越多团队、哦、就会获胜了。好、是救人吗？也是总死亡的，那总死亡两倍好了啦，二十命。哦、嗯，所以不能救太多人啊。你救越多了，啊、你复活的过关的时间会越久。哦、对。哦。累积累积。等一下救人怎么救啊？丢绿方块吗？你绿灯，你 你是没救过人啊？不是没救过人，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救人？都没救过人。我是丢出去吗？还是丢他？还是打他这样？丢出去，丢他旁边 Q 啊！没有救过人的，你会不会？你这样救过，你就别救了吧。你会不会红？我练习一下啊！可是我练习，可是你会红灯啊？每二十秒会给一个绿灯。哦，嗯，对。那只要呢，我们九位哇，只要有九十个绿灯，就可以获胜。九十，就用它预设的，预设的哦。好，还要算数哦。
个人好十，这算杜布男吧？十个，还要算杜布，还要算六十二十八，这算杜布男吧？对，这样感觉差不多，那就再来啦，鬼鬼。那我也当一下鬼，还没当过，好可愛啊、想当鬼吗？怎么可以这样子？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子？哈哈哈哈哈！你看团团，你看团团，因为他刚跑酷成功啊，团团我们一定赢啊！走啦！哇，你怎么可以飘？我已经成天了，仙了。先了，开始没有预先给的、啊，我没有绿，我不能丢人啊！是应该我们释放就有一个绿灯，嗯啊，登山大队又要来了，我要登山大队、嗯，最快的话其实两百秒就会结束，因为你们就到达指定的绿灯了。哎，罹难大队，蚂蚁蚂蚁跑起来，蚂蚁蚂蚁你就跑外围、啊，总会有一些小猫咪在外面，不晓得在干嘛。小猫咪，迷路了。小猫咪，小猫咪，哎呀，小猫咪被他放过了。小猫咪，你追他，你追他，你一直追他。为什么要追我？不要了，有一把我。我怎么看我以为是红灯啊？哎呀，没事啦，没事啦。嗨，米菲，哎，是有没有好心人要救救小雨啊？不要啦，不要救我，不要救我，你是空气的。完蛋！那个登山大队比较厉害啊，他是救难队吧？空中的他们啊，救救可怜！哎，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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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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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蛋了！没事，没看到，没看到。哎，树上有一只躺在树上的小猫咪，快救它！小猫咪，哎，没事没事，猫咪可以自己跳下来的。比哦，比哦，没有啦，你没看到我，杰克，我救你。好好你瞄一下，你瞄一下，瞄一下。瞄！哇，我们要砍二十个人呢、欸！我天啊！真的假的？哎、欸，二十只，我要去自杀了！自杀！自杀！自杀！快！哎呦，很快哦！我在半空中哎、欸。很红很红哦！怎么会有一只鬼？不要不要，我们是好朋友，对不对？红很快哦，是好朋友，对不对？对啊。哎，如果你们红灯的状态下，还会再获得绿灯吗？不会不会不会。哦，所以等哦，还是要救人，还是要人家，还是要救。他把我救你，完蛋了，我们这边好边缘啊！我怎么被救了一下？去旁边看吧。那我怎么在旁边观战呢？可恶啊！没有砍到两下。完蛋了啊！完了！你不要打我！包围他！包围他！包围他！哎！是是是是。哎，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啊？你怎么在这里啊？阿纪瞄一下，喵喵，我在喝水，喵喵喵喵喵喵喵，小蜜蜂装的猫咪，喵喵喵，我想吃雕雕，我可不，这里有雕雕，你有点吵，你我好吵啊！怎么没有人救你？救救你啊！救救妈妈！因为你刚刚是要救我吗？因为你刚刚我刚刚被砍而已啊！不要啦！你干嘛啦？我以为还不开红灯啊！迪叔，谁？阿发，迪叔，不是你？阿发发，你怎么？你怎么又在这啊？迪叔，阿发，反应好燃哦！嗨，要凑好多，你怎么上去啊？要凑好多那个，我上去哦，这样子上啊，这样上啊。几个了？累积几个了？我累积八个而已，我十个了，我十个了，累积七个。有你们累积79，其实快了。下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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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雨。哎呀，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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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东西，没东西。哎，你好，我们打了七个人，哇，这还有好多。快跑，快跑！有没有人要收养小雨猫猫啊？这种爆麦的噪音，你是不是笑到你的麦克风都坏了？你坏掉了，麦克风笑坏了吧？
麦克风笑坏，你的真笑爆了，你的真面目出来了。你麦克风坏了吧？你跟团团的麦克风一样。爆开哎呦，所以看来这个数量绿灯数应该要再多一点。我们刚刚其实已经杀超多了，我们就杀几个啊？一共杀十个吧。有超过十个，嗯，而且我一直在照顾这些要被收养的猫咪。你好了没啦？就没停。至少、啊欸，至少你不是擦玻璃了、欸，哎。对啊，这次没有擦、啊。有新的，有新的。新的，新的，新的。太可惜，还、啊、受不了。啊、好热啊、哦！我流汗了。正常。恢复了，恢复了。回来了。哎、欸，你看我捡到了。你知道十二倍看看再多，感觉刚刚是余震呢。秒，刚刚那再多四十秒，感觉也差不多。嗯，要再多四十秒躲。嗯，你要再笑四十秒。对，你再笑四十秒，有人想出轨吗？没有，就随机啊，随机，随机。那你恭喜我啦，自由组哦，不是，自由组要来了吗？马英要换吗？蚂蚁可以吗？可以啊，你要想救猫咪了、哦、对不对？对对，抢救猫咪，快跑、哦啊！累积绿灯，累积绿灯。哎、欸，怎么有人在偷打了？谁？是谁？谁？是谁？是谁？丢丢吧！我刚看他一直在那边乱挥拳，又我了，偷打，又外叫啊，又外叫啊！你也叫叫，那最高的地方在哪？这里吗？哎呦，猫咪想爬树哎、欸，你们听到了吗？爬树啊！我来了。他怎么上去了？等一下，迪叔一直踩在西瓜上，迪叔真的是太扯了。好吃，好吃。迪叔好夸张哦，迪叔。他见我是你就砍爆迪叔了。对，我在这砍他爸，砍爆他，砍爆他！哎，你要说什么？你要砍他爸吗？你要说什么？你要说什么？哎呀，砍爆他！团团啊！啊，我错了，对，很安全，我跟你说。你怎么那么快就错了？没有啦，砍我爸了！这砍我爸了！哎，你这不孝子！怎么回事？哦啊！啊！猪脚龟，猪脚龟，快逃啊！快跑啊！快跑啊！包没有啦，你怎么不去追团团了？团团红了啊！团团怎么？你怎么不讲？你怎么不讲武德？我就怕死啊！我是两颗星，他就害怕，就怕死啊！我就怕你，我就怕你，怕没？怕光就怕没？不用怕，我这样丢不到哎，丢不到，丢不到，三格啦！啊，丢不到哎，要很近，很近，这样丢得到，丢得到吗？这样丢得到吗？哎呀，怎么？这样丢得到吗？丢得到吗？我丢得到吗？我已经暂停了啊！哎，对啊，我们猫咪淹死啊！对不起，等一下，我在关巅峰赛，我在关巅峰赛，我在关巅峰赛，没关系，你买一送一啦！我用脚在关巅峰赛，你先跑，包你先跑，你给他脚抽筋了，这只猫咪抽筋啊！哦，你先跑上去啊！我刚好好关掉他，是不是？我被发现了！躲起来，躲起来！那个墙壁就不一样啊！可以吧，差不多也是黄黄的。谢谢，我们有累积一半了，累积一半个绿灯了，对哦。好棒，大家好棒！爸，好棒，好棒，好棒！啊，我们来一下，波波来一下，波波来一下，哎、欸，不是啦，他气，他怎么吹气吹到一半？啊，那个电波扇弄完了没啊？关好，关好，关好了。刚好没看到我啦，多好多好，可以上去吗？你没发现？爸爸快跑！快跑！爸爸你再跑，你再跑，他进来了。快跑！快跑！啊，你快跑！新跑进来了，死了一半的，死了一半的哦。啊！不行不行的！哇，米菲会飞。米飞会飞，米飞了，有个米会飞。阿飞，这里怎么那么精彩啊？
想吧，你飞怎么高哦？你怎么那么高啊，米飞？你在干嘛啊？怎么这样有人跑过一个又一个？你后面还有红啊？我后面有两个啦，你不要不啦？我八蛮厉害的呢，我也不错。对，这地方就是跟在鬼后面。最安全的地方就是跟在鬼后面，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是不是？Hello， 两只可怜又可爱的小猫咪，把那个那个多好多好，波交给你了，波交给你了。我 OK， 你先被认养。波波，你是我 OK， 你先被认养。你去哪里躲？鬼！那你们怎么都红了啦？红不可以打人，你可以打鬼。没错。没错，你怎么？我被瞬移过来的。哎呦，不要，你怎么在这里啊？耶！杀了八个人，杀几个？我也不知道杀几个。上面有血，上面有血，八个。没事，好难玩哦，这游戏。好难玩啊！哪个模式比较对？混合的那个红灯太久，感觉还蛮不错玩的。嗯，对。那么最后回到第一张地图哦。好。感觉那个也是比较大一点，可以嗨起来。好。可是我还没走过地道哎。哎，可以走一下。你死掉之后可以看。你没救过人，没走过地道，那你玩过这张地图？哇，好久哦！捡到枪哎！亮起来！开玩笑，开玩笑！啊，这组合不舒服。不舒服。来哦，红灯最多两次哦，四十秒后就会死掉喽。好，好，九级啦。他会复活吗？啊？他会复活吗？就死了，不是死就死了。我去我刚刚的点，我觉得那边很我看到是谁打我，不知道是谁单打的好。有九个人打你，我瞬间看不太出来。九个人，太多了，超多人打，不知道哪一个。刚刚应该是米菲打你啊，我看到。哪有？我刚没挥拳，我手一直挥，我看到了。哦，他挥的很大力，嗯，狂挥猛挥哦，天哪！先去看坏小孩有没有在那边咯。那个僵尸那里，我看到阿月了，阿月，你好，你下去啊，你下去啊，你下去啊！我不会游泳哎，知道怎么下去啊？两次打，你去别边，你去别边，不要浪费时间。可是我想玩，等一下，走到别的地方。一开始就来这啦，你好，红灯，要不要红灯？要不要红灯？啊，可是他一直跳，可不可以？他一直跳，红不到。哎呦，哦哦哦哦。我又进去了，要不要新的密道？啊，等一下啦，等一下，大密道，好卡好卡，一个卡住了，一个十米，太扯了。可是你家要去哪里啊？因为它那边有一个秘密的地方，两滴，哇塞，哦，这有可以穿的，可是你要一个逆哦，哦，这谁知道啊？巧克力，巧克力不要，巧克力。要啦，肚子饿。他们来了，这里快跑！这里是谁？快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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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有我，我要死掉了。可以，可以，可以，可以的。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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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但是，但是那边，不要，不要，不要救我！不要救我！不要救我！要救我！我要救你！救啦！救啦！救啦！救了啦！救了啦！快跑啦！宝宝，宝宝你在哪？哎，宝宝，我在这里啊！我在这边呐！哎呦，你怎么跑到那里了，妈妈？我也来你游戏啊！啊，我那个不到，我不见了！完了完了！救命啊！哎，不是的啊！繁星那边怎么上去啊？对啊，繁星那边来看一下。很讨厌，怎么在上面？好猛哦，繁星！哪一个啊？这个是谁？这怎么上去啊？好酷吧？啊，就游泳！哎，蚂蚁！会游泳就会上来了。会游泳就会上来哦。会游泳，嗯，他的血量不不不不，你去走那个僵尸，僵尸，好好，死去了，僵尸，我去，你走那个僵尸，他记在那僵尸上，哎，我从下面，从下面，我从下面，从上面，你从下面，从下面，从下面，都两个都从下面，哦，可以，从下面，从下面，这个分工不错，哎，我走错，完了，哈记，
我连队服都跟丢了、欸。等一下，反正你还红了吗？我很安全，我很安全。他一直都没有红啊，他下不去啊。他是绿灯，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先。彪彪就叫你下去，你还在哦？我走错了，我走错了。为什么是躲啊？哎、欸，是啦，我刚哎、欸，你们膀胱膀胱的膀胱的，走这里，走这里。嘿嘿嘿，哦，有我看到了，哎、欸，好扯哦。有，我有看到，有看到。然后走那个，哦、那边有个东西。我先抓这个，最后再抓那个。那個、对，这好扯哦。阿基，你被你去对面，对对对对，你去那里。好好好好。阿基撑住！哦，我撑到了，我撑了，我撑了。我加油！快点，快点，快点！先吃了这个就可以吃到了，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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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来，你有，你有！哇！可以的，空中，我们在空中。哦，我们去另外一个地方转。那个要游泳怎么去的？在厕所。哦，厕所。好难哦，在厕所。厕所，嗯，厕所有地方，没有到很难，只是你要走一下。对，很简单，很简单。厕所可以进去吗？你要先扫，你要实名制，你要敲门。哦哦，我看到了，我看到了，看到实名制的地方了吗？你那里吗？对，我这边有一点。我们只是快点，快点，快点！那怎么上去啊？顶头不是你那边啊？看到了，不是你那边啊？有了，有了，有看到了，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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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这边。二，一，可以啊。哇！我下来了，一定都是彪彪太晚去那个僵尸了，气死了！就叫你去，然后隔了三十秒，你怎么还没去？不是，我刚走到另外一只，我被传走了。他走到另外一只僵尸，气死了！啊，好啦，这红绿灯好省。好玩，还不错玩，还不错，好玩。期待有更多的模式跟地图。耶，还没有我们说的那个自由灯，那自己解除红灯的。那太坏了，太强了，鬼自己限制次数，对，限制次数了，两三次，可以自己可以解。这样我们就可以波波当鬼，然后大家尽情玩，尽量玩。可以红灯的限定次数啊，100次就好，100次，100次，100次。霸凌游戏的不好，可以来红，他走了绿。啊，最后我们去那个1.16.5，好，1.16.5，换版本，换版本，换版本，对对对对对对，广告，好，哎，点广告，没广告，对，好像没广告，哎，你那个哦，对，没有，有吧？1.16.5，怎么了吗？怎么了吗？我看一下，你很惊讶，你看一下，感觉他又没快有一点一六点五，不会吧？不会吧？1.17.1，怎么会有那么旧版本？1.16.5，看一下啊，没有伺服器啊，哎，啊，等一下啊，还没开啊，哦，我以为我看不到了，哦，开了啦，是同一个吗 ？IP 吗？不能露出来哦。好，用手遮好。1.2.3.5.6，不可以偷看哦。等一下，你要抬头，然后点进去。嗯，抬头，哎，对，这样你看不到啊，别人都看不到啦。对，那怎么按？低头也可以啦，嗯，可以啦，喜欢就好。你转头也可以啊。好的，甩头也可以。那我把屏幕关起来，这样。哦，这样也可以，那样最安全。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哦不，就是啊！哦哦哦！哦不，电风扇！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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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哎，还没进来，还没进来的举手。举，我还我快了。这种地道，好哎，两分钟。哪里？这里有啊，杰克，你不知道吗？哦，这什么？这怎么进去？你还没进去过。我已经好几次得猎杀派特别来玩了。啊！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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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模式？我接不到新模式吗？对，有新模式，像是 BOBO 模式，或者是帮派模式，或是国王 Bobo 模式。你要选？那我就国王 Bobo 模式比较好。国王 Bobo 模式来了。哎，国王 Bobo 来了吗？
原来三个都是讲同样的包派吧？什么？对，地图有那个团团咖啡厅。哎、欸，对，啊、对，嗯，咖啡厅，对，团团来了，可以跟团团咖啡厅的，不是哪一个啊？东岸广场吗？好，对对对，对啊，不是，好像不是，是有了有了，好像是，对啊，对啊，好像是吧？ Oh, 是吗？好像是，来啦，东岸，对对对对对对对，啊对对对对对，一楼，嗯，好。一楼绕一圈就会找到团团咖啡厅，然后我们全部躲在里面，然后都被打死了，然后就一直撞到那个月球，不会好不好？撞到月球现在要赔哦，很贵哦。波波，你要当首领，你可以跟丁叔哥当首领呢、啊，对吧、啊？不要哎、欸，哎、欸，没有耶，对决就是来啊来啊话题啊，对不对？来啊来啊，团体闹分裂。来啊，我是哎、欸、白痴，我 TP 错人。有没有觉得很晕啊？分裂了哦，分裂了嘞，分裂了，所以我按哪一个？看你要什么颜色，低叔过来，害怕。哦，我要按绿色，然后绿色是观察者。红色、蓝色选一个。蓝色啊，七 P 啊，没有，他也是红蓝色跟红色可以选。射中你的心。哎呦，换五次就没了。射死他！射死他！射死他！啦，应该就是你们了，欸、好不好？好、啊，你这么喜欢我吗？试试看，好，喜欢死喽！哎、欸，对，团团，这是他们，这是他们。团团，一楼外面捞一圈，走一走，好，一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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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对，月休二十天，月休二十天，你躲到最后，或者是被他们给收服，能、啊、看到吗？收服，哦、我在捞，在捞，好，月休二十天，在有那个蓝色帐篷的那一面。有观众询问这个 boss 对决是比谁比较呕吐吗？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有回答你看，你看，快点，老板进去，老板进去。你看，你看，还原。要好还原哦。他连月亮都往上瞧了。来了，快跑！啊，归来了，归来了！啊啊啊！完了，完了！吃饭了。说的这么明显。警察零检，警察零检，有没有实名制？有没有实名制？有有有有有实名制，实名制，有实名制。先放过我名吧，先放过我名吧。有歌好。那个等一下警察来，我要那个我要拿到你们的最新新品哦。新新品好。迪叔你在哪？迪叔你在哪？我在。哎，有你里面加入迪叔的队伍，你不要加入我的队伍。哎，来有没有？哦耶！迪叔队。呕吐姐妹花四季大对决，你几个人？你几个人？我这边比较香，我这边比较香，这里也很香啊，这里很香啊。我这边呢，我这边比较香，哪一边比较香？这边比较香。新粉，进来，过来，过来，有必要？小雨来了，小雨来了，怎么了？我。哎，等一下，那个是谁？谁在自杀？小雨，不要动！快跑！好痛！快跑！我打下！快跑！快跑！快跑！好好，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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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有人这样子？不错不错，过分了！快快快快！来！过分了！不要让！不要让！蚂蚁来了！不要！小雨帮你控制好多人哦！有啦！没有没有，我回来了，我回来迪叔队，我回来迪叔队。我给的实性很高哎，给的实性很高。我感觉迪叔给的更多。没有，我马上就把脚走了，我马上就把脚走了。蚂蚁砍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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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砍他自己，砍他自己。他们砍我了，你飞。好的，没有，死要好难。你们怎么跳槽了？死要好难，做游戏了，不要啊，阿志。三字经吗？三字经吗？小雨，红灯。不要！我跑走了，我快要不能转换队伍了，不行了。你会飞出不够高，不能转会啊，不行啊！那你就永远留在我这里吧。我不要，进来吧，来吧，这个吧，呕吐的味道太好，来吧，走吧，你会死哎！我宁愿死亡，救不了你啊！哇，那我要拖你下水。你请对面，你请那个。小雨要疯了，小雨疯了，小雨疯了！有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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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里是电变表。啊！疯了！你怎么还在这里？我还没死，我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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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哎、欸，我怎么要剩一个人？我很努力。老板，哎，剩一个人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呀，你来什么啊？你老板？哦，我去找，我去找我家的。你是？哎，我看到了哈。我不打你的话，你会读赢吗？会啊，会。你就读赢了吗？我看到了，你又可以了呀！你又可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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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我走，我走，我走！不要，好，算了，我死，让我死算了，让我死算了。为什么？为什么？我说你不是我在帮你啊！不是，我超过次数啦。还超过次数？我超过次数，我已经帮你了，我已经帮你了。我死，我跟你家小雨一样死啊，死太多次了。直接死去。巧克力，巧克力，完了，等等等等。哎，那你怎么没拿东西？哎。他想玩正阴险的，他搞我的，我也那个到位没东西啊，你可以找去找，还有机会，我们要找道具，对对对，李叔帮忙，李叔，哎，我觉得这看戏好好玩，波波你加油，你们从此以后就是姐妹花了，哇塞，巧克力，巧克力，巧克力。完了，他们要把他救起来了，救救可以，你是救他，救救他，你一眼，他看我一眼就转头了，哇，迪叔，迪叔，没看到了，直接两冠军，世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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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军。迪叔那个转头，哎，我都不会记得的、啊，嗯，没事了，没事了，没事嘛，没事嘛，没事了，有哎、欸，跟他们敌对，跟他们敌对，世界冠军，世界冠军，我们等下再玩这个，我们要要互相伤害，其实其实我要努力哦，嗯，一样，但现在变成两队对决那个哦，啊，不能全部人在同一队哦，就会直接全部输。哦，我没有拳头哎、欸，你要等一下啊，等一下啊，哦，就留一个人就好了，嗯，要留一个，不要打他，可以留两个，哎，可以多了击退棒棒哦，还是原本就有。哎，杰克，哦，是我们不同队啊，哦，天哪，我是什么队？他打我，我帮他打我，打他，我打他，我打他，是，演是演的，这个叛，这个叛徒，好搞笑，怎么赢你？我打不赢你，我怎么打不赢？我打不赢你，我完蛋了。迪叔，我帮你啊！迪叔在哪里？完了，嗯，现在到底是要怎样？到底是要怎样？对，现在是怎样？哎呀！哎，愉悦，你太夸张了！哎呀！把我们的人收走！不要，先不要，先饶我！先不要！对。我砍迪叔！哎呀，马上搬家了吗？来呀！耶！我来找找部队友了，迪叔在三楼，迪叔在三楼，队友，不两个在三楼。组队，人又变多了，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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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我！打我！方法！找不到哎、欸！对，红队啊！对对对，就是这样！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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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我拖一个。小野快跑！小野！快点快点！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完了！完了！你怎么哎要保他吗？迪叔你怎么打人呢、啊？迪叔你怎么打人呢、啊？迪叔，你怎么可以打人？完了！太棒了！叔打我叔。来我来了，你说谁打死？你输你怎么打人？你可以打死我，怎么可以打死我？我的队友怎么越来越少了？哎呀哎呀哎呀！你跟你怎么打他？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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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这样这样！哎不对不对，这个来这个来！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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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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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哎呀！你可以你可以你可以可以可以！哎不行了，我好像不能再死了。打死了！不是不是打死了，不能再死了！不是吧？错了啦，错对。米菲也不能再死了啊！我要想死他了。我怎么你们红队怎么变多了？哎，我是红队吗？加入加入加入！我是红队。哇！加入我要加入我要加入！哪一队？等下等下，现在哪一队？之前很熟。你说我是在红队吗？你们自己选好队伍啊！我死！我死！打不赢，打不赢两个，打不赢！不对，你们不对，不对！哎，我不行哎！躲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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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躲起来！不要死透了！你又不能换人，是不是？我已经不能换了，我会死掉！赶快再抓个水鬼！我抓水鬼，抓水鬼！你抓底下，抓底下！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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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咬我！阿金在哪？抓水鬼，抓水鬼，抓水鬼！你去抓底叔啊！抓到我了！抓水鬼！阿金，我在哪里？你是巫师团体？阿金在哪里呀？蚂蚁，蚂蚁，蚂蚁回头！可以知道的。干嘛？加入啦！加入啦！加入啦！干嘛加入啦？今天快加入！哎，不对不对，哈基哈基哈基！救我！救我！救我！我把剑丢掉了！我把剑丢掉了！我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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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来！哈哈哈哈哈！我把剑丢了！哈基在哪？一刀人！一刀人！一刀人！在哪？哈基？没有哈基在我们这，在我们这，在我们这。停了。看我不是现在打的话，他有加速，不行的。现在打到加速，他有加速。蚂蚁，快跑！蚂蚁，快跑！你傻灵姐，傻灵姐在等你。傻灵姐，哎，爸爸跑，爸爸跑。啊！完了！爸爸，我们要追逐，我们要追逐了。波波太强，波波太强了。我去抓迪叔啦，抓迪叔。不要啦，去抓迪叔。你怎么得加布啊？太游戏啊！游戏怎么变成烂游戏？我的游戏游不完这游戏，坏掉坏掉！魔王模式要改了。没有，每次改都可以把它玩坏。对，玩坏，听起来怪怪的。这是你的模式啊！把你玩坏，听起来怪怪的。哎呦，叫把你玩怪怪的，是玩坏地图，不是把你玩坏。你们在想啥呢？你想吗？对啊。反正提告，提告再说。那再来那个喽，继续玩那个内鬼候选人模式。还记得怎么玩吗？不知道。砍就对了。我砍就对了，好。哦，没有啊，就是。这有那飙车哎。哎，对，还有维修日志。如果你是候选人，你杀了候选人的话，那你会多发光跟缓速失明十秒。所以你一直乱砍的话，那你可能也会惩罚很大哦。哦，哦，阿基重生还是不会重生？那杰克来看一下啊，他关键就是等一下进去候选人，你可以把他想成像是内鬼一样，他只要是你是内鬼的身份活到最后的话，你就会获胜。嗯，那内鬼就只会有两个、三个，我们等一下挑。那好，一进去的话，你会知道你自己的身份是什么。那关键就是一般人杀死候选人，那两个人身份会交换，你就会变成候选人。嗯，对，那不会有人淘汰。那如果是候选人杀死一般人，一般人就会直接出局。嗯，
那候选人杀死候选人的话，就是前者会受到强大的惩罚，就是十秒的缓速发光失明这样子，但不会有人淘汰。那如果是一般人杀死一般人，我杀了你，是我会被淘汰。杀的人会被淘汰，对，杀的人会被淘汰，所以你要确保，简单来说，如果你是一般人，一定要确保对方是候选人才过去砍他。好，对，那每隔50秒的话，就是箱子会重置。除此之外，候选人会发光，就是不算发光，就是有粒子的那个效果，有泡泡，他身上会冒出粒子效果，所以你看到哎，50秒有人有粒子效果，就代表他是候选人。好，好。好，就来看看这个模式啊，玩玩看记忆空间好不好？那个特别的地图，好，候选人，这么多人，三个人啊 ，OK 啦，三个人，三个可以，三个人哦，我来进去才会知道谁是内鬼，小坏蛋，讨厌。哦，这张图很裸露哎，这张图很讨厌，对啊，一级的啊。这张图很，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我看到像是绿豆糕啊，我看像搞稿纸啊，就像稿纸啊。啊，大雄，你的身份是什么？叫好好，我是候选人，候选人，候选人要被砍了。我也是候选人，我也是候选人。你被你砍我干嘛？你说你是候选人啊？我是候选人，你砍我，你砍我，你是候选人，你是什么人？我是候选人吗？你砍我，你砍我吗？你怎么可以乱抢我东西？你砍我啊！你是候选人，候选人哦。我们去找候选人。我找不到箱子哎。好啊，这也是要找啊。嗨，哎呦哎呦，刚才箱子不见了。候选人会刷新吗？哦，再过十秒就会有。啊！阿爸被候选人杀了，都死了。哦，有人杀了阿爸的感情。哎，是谁？哦，有人。哦，你们是谁？你是什么人？迪叔，我是一般人。你是一般人啊？不是，你是小丑。你也杀死同样的候选人。你也是候选人，你也是候选人，你也是候选人。哦，你怎么也是啊？我刚刚看一下。你怎么也是？所以团团也是咯。团团呢？我们两个人互换，就是不是不是。哦，我靠！你是互杀干的吗？我是吗？你是吗？哎，是啊！哎，哎，打团团，打团团，打团团，满意，打团团。小雨打小雨打小雨，小雨发光了，小雨发光了，你露出光芒了，你侧漏了，耀眼了，你是辣的耀眼，辣的耀眼，不应该啊！你们没了哎，团团啦，没死了，团团跟波波，他们两个。哎呦，杰克懂了吗？懂了，懂意思，懂意思。小雨啦，小雨，不是我了，不是我被抢走了，他们三个在互抢。激战哦，是谁？啊，我看不到。啊，都砍了，都砍了。你是谁啊？都砍了，谁砍了？谁到底谁是谁呢？到底是谁？一直破坏哦。你是谁？我是谁？我是谁？谁？哦，你干嘛？你干嘛？是不是你？是不是你？不是你吧？你吧？哇！有小雨，完美啊！在那边偷杀我，真的。你要听他自己讲，我跟繁星相视一笑，哎，都有粒子效果，哎，蚂蚁怎么看到了？他传讲有粒子效果，就看一下。你看到太多了，我知道太多秘密了。哎，对，三个人果然还是太多了。你要听他自己讲，刚刚超好笑的。没有，一开场就看你跟你互殴啊，互殴后你突然就拿出刀来，我就死了。没体验，没有体验的，直接打死去，完全没有游戏体验。他自己想说，如果是一般人互殴，他砍死你他就死了，结果没想他是候选人，直接被砍死。
有候选人只有两个哦，两个而已。好的，好的，好。那什么小鱼砍我，我砍波波。对呀、啊，三个候选人不砍，不砍，我感觉亮晶晶。哎呀，不砍白不砍、啊。哎、欸，谁啦、欸？听到有人燃烧。上一场的道具，这是宝宝，我不见了，不见了。哎哦，我先来的，我站在箱子上。小雨，我接完哇！他进关只有一个候选人，候选人。小雨，你干嘛？你干嘛？是候选人，你是候选人，你干嘛？你要砍我？你是吗？你要砍我？满团杀死一般人，所以被淘汰了。你是不是啦？小雨，候选人杀人。杰克啊，杰克是候选人。小雨从我这边夺走了。我没有。小雨，下一次候选人，下一次候选人。因为你干嘛？因为你干嘛？你是什么？好玩了、哦，他好像是当乱源吧？不是，他是乱源。他是乱源，他自己就利用乱源，然后把你们乱源。蚂蚁被骗了，蚂蚁被骗了。巧克力，你是不是怪怪的？对啊。哎，小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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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雨是候选人，小雨是候选人，你才奇怪，不要不要，哎哎，不不不不不，好扯啊！哎，这是什么歌？一般人杀三人，你们三人呢？你们在唱三人呐？不是，完了，完了，完了，这游戏不怎么好玩了。杰克死掉应该全部都是一般人杀一般人吧，等等。杰克就是你啊！杰克就是你啊！死了小雨啊！然后波波没有被淘汰啊！然后冠军，我们三个人都淘汰了，一口气。他也杀到一般人了，没有，他就追我。等下再解惑。太好笑了。太乱源，候选人不用动就可以赢耶，好好笑。他们就乱源呢，你输没了。三选二，最后一个候选人你是谁？我是候选人，你是谁？我是我。好了，那杀杰克。我们中间环节，我们中间集合。完了，来啊，相认了。来啊来啊，我也来到中间，来来来，打他。来啊来啊来啊，你来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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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然后我在被爸爸杀死。对啊，我想说你应该是出 bug 了，感觉应该是 bug。对，我想说波波杀死你，然后波波还在，然后你没有被淘汰，所以那波波一定就是候选人。那爸爸杀了波波，然后爸爸也还在，所以爸爸一定就变成候选人转到爸爸身上。然后就我杀死波波，我杀死爸爸之后，换就我们三个一起死。你看这个对话框，知道我神秘 bug 啊。做坏了，出事的。作者表示，我看了100场，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场，从来没有。有啊，他说他头又痛起来了。我要出事的。我想说，这怎么看都觉得有 bug 的感觉、啊。我想说，我怎么死了，我还是候选人。对啊。哦，喵喵哦。什么我？你砍死他，你为什么没身份？然后变成我们三个死。我砍死他。不过你那时候被爸爸砍死的时候，你也还活着吗？我还活着啊。我。然后是后来忽然间你就直接死掉了。下一秒我就把下一秒我就直接死掉了。嗯。他的意思说，你杀死的时候他还活着，但是后来我杀你的时候，就我们三个一起死了。就是间隔太短吗？还好吧。他说，因为波波我打完没多久，我把他秒掉，然后你也把我瞬间秒掉。坏了，超坏了，坏了，坏了。宣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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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言。是什么？还记得吧？这个收集地狱之心啊，收集5颗。你就可以宣告你要逃走。好，
好、那你只要被人家打死就没了啊！你只要躲成功，你就赢了。好，那我们那不捡会输吗？这是宣言后，然后没有被杀。宣言后你活个一分钟都没被打，你就赢了。哦，好，了解。那你如果被打死，就是打死你的人获胜。哦，刺激的哦。那我们去。那叫拍心啦、啊！有点的地方嘞，也可以露营区。还一分钟的宣言时间哦，超久哦。一分钟好久哦。是吗？我觉得每隔一百秒也会有强制的哦。好的。哎，这是谁进来洞里面的？可以哦，我进到山洞里。是我。迪叔哪？你还没看到我呢。啊，这边怎么没动静？迪叔是不是想宣？上次出来玩之后，迪叔怪怪的，想宣了，怪怪的宣。你要问过小雨耶？亲你一下，感觉很帅，好想宣哦。迪叔都这样讲，世界冠军呢？世界冠军，抓起来，抓起来！完蛋了，小雨，你知道那个闺蜜都是假的。问一下，是可以乱砍人的吗？还是不砍不了啊？没有同队，哎、欸，同队砍那个，到时候有宣言。哎，可恶，想乱砍？对啊，这边都没有枪子，随机的啊。这边会有一个，这边等下五十秒会，这边有机会有一个。爸爸，干嘛？爸爸，他说抱抱。我们要宣的，这也可以走。他说抱抱。不见了，箱子中小心哦，没有空的，消失了，我没有啦，哦、我只有团团拿了一颗，我拿的是加速箭矢，哈哈哈哈哈，没一颗，没有啊，就拿了两颗，杰克两颗了，杰克三颗了吧，我五颗了，四颗了，五颗就输了，那再好不好？你要十颗啦，准备开打，选了没？嗯，要先叫那个喽，强制喽，强制喽，强制好。不过我觉得你很幸运，强制宣言吗？对啊，会强制宣言。其中一个玩家直接就强制宣言。爸爸，你好可怕！现在要躲好哦。哎，你看你。团团，团团，你在哪团？玩出来玩！哦哦，你在哪里呀？哦哦，在哪？在哪？加！我记得他有说拿到加速还是引擎，对不对？哎！带着四颗离开了，四颗有点过分了啊！所以雨燕我才没拿那一颗，好难怪。过分了！然后一转头就看到团团躲在那。哦，我很害怕哎、欸！我刚刚在巧克力离开了。对。哦。哇哇！直接带了四颗走啊！星星变少了。我一个都还没找到哎、欸。我也没有。我是完全翻不到。我笑成这样子啊！拿起来瞬间消失。很好啊，我就宣的好难哦。可是你不宣，你不会赢啊。对，人变多了哎、欸。抓到，对，我跟着迪叔了。但你也可以等到最后才宣。感觉你身上很多东西啊。你也跟着宣，这样就一直有两个人宣。我不信，我不信，我不信。你现在学会的是说谎，你知道吗？你怎么学坏？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还要要强制宣哦，会是谁呢？你都会搭高铁了，怎么可能是当年的那个？哦，杰克，杰克，你了。找杰克了，找杰克了，找杰克了，找杰克了。杰克，因为你道具有一些躲藏道具也很好用哦，一堆道具，我的天，很好啊，很好啊，道具很棒哎。我没有星星哎、欸，星星，星星，星星，这个没有星的人，星星，上上，杰克，我看到你了，不见了，不见了，哪里哪里哪里，到位到位到位，哪里哪里，雪山，雪山。雪山，那个报位怎么怪怪的？一个报位好一点了，矿矿矿矿
矿里面是不是？矿你说故宫矿吗？那个树林间传说，我看到酒拿酒拿，对，酒拿。哇！哇！阿迪！哇！真的，差一点。有没有人要？月，有没有人要集资一下？集资，对啊，现在也是集资的好机会啊。集资杀掉啊！集资就对决啊，至少都有机会。月在大屋里，不要啦。大屋飘飘看谁喊卡？稍微，我们集资没有几颗，有三颗。那我们集资了。哇！哎，小雨，你这个人，集资，你终于来了，有没有集资？有没有集资？集资，你中一颗，我少一颗，哎，哎呦，我少一颗，哎，都不难，你说你少一颗，我没有，我少两颗，我少一颗吧？不是，一个拿走四颗，一个拿走两颗的，我拿四颗，哇，这个四颗，可是我是被强制的啊，哦，对耶。我也是被强制的啊！你是强制杀人，你强制杀人，反正出现在我面前嘛，我就手不受控制，受不了了，告我家。好玩哦，好难玩的游戏哦。想集资，结果大家打过。铺满，然后其实哎还不够，还不够啊！好惨，哭了。我拿了四个隐形，两个加速。我刚开的都是道具没用，我都没有道具。好啦，休息啦。休息啦。哭啦。好啦，今天瞧。好，要跟我合照。欸、好啦，今晚巧克团就到这边，待会十点是跟哈基团团还有阿旺玩那个维京人，欸、啊要休息的可以休息，如果还想继续挂台的话继续挂台啦，就这样啦，各位要休息的赶快休息咯，我看一下隔壁台哈，还在玩吗？关了欸，可恶，他们结束了，是我看哈记跟云月都还没换通话，哎，怪。以后要看情早，我都有偷偷跑过去看。哎呦呦呦，换通话了，换通，哎，没有，哎，嗯，哎，咦，嗯，云月还在啊，哈记还在啊，奇怪嘞，我去看一下他们的频道哦。Yeah. 十点后继续生存，对啊，十点后继续生存，看一下广告，我去上厕所，哎、yeah, 你好对啊，要去再盖自己的房子，我就每次都在抢村民的房子。我要自己盖一间嘛，为什么要抢村民的房子？
而自己盖就是一个盖一个丑到自己觉得很难受。这已经不是丑到观众看不下去，是我自己看不下去了。嗯，啊，很难呢、欸。因为看问团团有没有什么诀窍？大师，对，眼不见，你就盖一间那个咖啡厅。很难，你可以盖个风车，他就不会说那是灵骨塔了。干嘛去？哦，关机器。很难。生存，生存，生存，继续。生存，才按了生存。生，我在想，我们这个生存会不会到后面几天的时候，就一半过后就真的都没事情做了？我觉得会耶，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快没事情做了，十九天而已耶，只剩逛地图，那就继续逛啊。我们现在就是把地图开好开满而已。他还是有主线任务啊，是的，是啦，再挤看看，是不是啦？来吧，聊天室。其实我今天早上私下玩的时候啊。我去挑战一人传奇模式、嗯，其实一人传奇模式没想象中这么难呢、欸。是、哎、啊，还有降难度、啊。怪的血量不是看人数吗？对，人数比较少。哦。对，然后我一人传奇模式不小心就破了。破关了，游戏破关了。对，我一人传奇模式其实还算可以，不会到破不了的程度。好了，换游戏了。所以我今天就是逛地图啦， 给你们去探索。对哦、啊，因为我已经知道流程了，就对，就你们发现什么我再过去。好，我就到处晃。不就现在是要修桥吗？桥上次不是？上次修好了，桥修好了。嗯，对啊。我们最后在干嘛？最后在干嘛？嗯。嗯，我上一次最后在干嘛？真的忘记了。三天前的事。我到底是干嘛？啊、哦，谁射我？不要射我！你知道最后在干嘛？冥界生物，我回去守家，我回去守家。我去那、啊、有没有人要紫色的雷符啊？嗯、好啊，给你。啊，对，我一直在等人都加我哈，就直接进来就好。要晚上了，晚上了，我回去。晚上了，在回去的路上。鱼鲁，他这个，哎、欸，他可以盖墙哦。可以啊，可以盖啊，可以盖地板、盖墙都可以啊。很软。哦，是哦。嗯。那时候我盖过啊。对。盖了一下，大概打个四下就爆了。他就只是稍微挡一下而已。对啊。稍微挡一下，嗯，真的是微哦。我身上我不知道为什么有六个啦，就是那个啊，你开宝箱也会拿到啊。哦，我来看一下到底，他们说会绕过去还是？哦不，没有海草。我们哨塔还没升到最高哈，我来把哨塔升最高好了。完全的意义不明。去右上，我在底线。晚上了没？晚上了没？他会绕吗？我在守家。我在拔海草。哦，他会打这个墙哦。哦，没有没有，他绕过来了。有的会打、欸，不知道为什么。啊，这个盖就不能拆了，是不是？嘿，水啊、哦！那天快点来拆。那天早上就跟哎、欸、前天啊，哈记团那个影月跟那个啊，要解那个一次杀二十，我就拼命在盖那个东西，然后挡挡看。结果没有用，软的一逼。其实还好，它没有到很软呢、欸。你是几级的啊？我不知道啊，我就身上拿起来盖，我不知道多少级。因为它那个建筑物也有等级。
哦，对啊，我那盖一个意义不明的墙在这里。海草，海草。哎、欸，是我们这张地图有金光海草吗？还是啊，没有，是之前玩。我们这一张地图是商人很少的那次吗？这张地图是因为开大的关系吧，所以商人离很远吧。OK。对。哦。想说一百天是可以慢慢逛啦，反正之后一定都是没事情的。对啊。没事情要怎么办？就到一百天就解啊。有一个事情就是开船，全部的船点应该可以解锁的成就。传奇魔术，那要传奇啊？对，对，这不能解啊。那这边能解的有什么、啊？就一百天了，一百天而已。好。然后因为建筑要盖一百个，那个成就感觉上要玩很多场才有办法。建筑，哎，建筑盖一百个是不是盖地基那些也算？嗯，这就不知道了。地基，你说平台？如果地基算的话，你就直接用那个看守者，就一直盖就好了。它可以无限盖，可是它是累积一百个都不能消失的，还是？这没我不知道，我去看一下好了。对，如果会消失的话，那个就不能用。哎、欸，白天的，也才注意气头啊。哦，气头。挑战成就任务哎。任意模式中建造一百个建筑，他没有说累积或是不累积之类的。任意模式、哦，嗯，所以在这个模式应该也可以，也可以去解这个东西。嗯，嗯嗯嗯。你去哪玩呢？现在的耐热进得了沙漠吗？船去看看。嗯，啊，好像可以耶。吗？平民、村民帽子、好手套、裤子。啊，把稿子升到最高阶，食材不够。是几天没有玩？为什么这么？陌生，至少有一种很强烈的陌生感。打个屁！好，最高阶了。可能你中间玩的麦块吧？我中间是玩蛮长时间的麦块，玩了别的游戏，所以这个游戏陌生了。这就叫你要专一哦。不要啊！我就不要啊！对了，我这任务是什么啊？我的任务是什么？将巨魔之眼转换成暴风之城，这我就不知道怎么弄。嗯，巨魔之眼转换暴风之城，你要打那个巨魔之眼，是到那个它附近的大火那边去打。我飓风。巨魔之眼，我记得我已经拿到了。拿到的话，你就直接去找，有个法师，好像是那个附魔那个、啊、卖东西的那个。卖东西的，应该是说你地图上会显示说他要你下一个点去哪里，然后他有个 NPC 叫你把这个东西换成那个什么粉尘，就跟之前那个什么不动雪鞋一样啊，还是雪鞋拿去给另一个 NPC 把它磨成粉，再回去给那个。雪地的那个 NPC 这样子，那个是，它会在，它会显示吗？我没有看到它的位置。你刚才，请沼泽之地的法师将，沼泽之地的法师，这是沼泽地的。沼泽地的商人吗？对，商人。这什么洞？哎、欸，我没看到沼泽地的商人，是因为我们地图太大，是不是？应该去找随便一个都有吧。
我可是我们现在是沼泽地的商人还没遇到过吧？哦，还没有半个商人。对，所以他是直接去找商人换就好了。就是卖东西的那个商人可以换。对。哦。就是应该说卖我们的东西给换灵魂的那个商人，不是买东西的商人。哦。我现在好像也没有，我们现在。看一下，卖东西的有吧？在下面吗？对啊，左下那个，就是一个手收一个包的那个。可是它是火焰的哎、欸，它不是沼泽的哎、欸，它火焰之地的、欸，可以吗？你去看看，去看看好了。这我不知道了。你要说是要沼泽之地的商人，去看一下。没，没。洞窟啊！洞窟啊！窟啊！洞窟有狼人啊，有男人，有男人啊！哇！好洞窟，好洞窟！等一下，我在洞窟什么意思？什么东西？哎呦，你是好男人哦！这我出售，是直接卖给他啊？啊，不是吧？他有个换东西的吧？哇，他那个很多分页嘛。哦哦，你说后面几个分页吗？野猪不要打，边人，哎啊啊！没有哎、欸，没有，那应该真的去找，应该是要找沼泽地的了。对，好吧。哦，笨野猪。这边找一下，看了差不多了。手臂，冰霜巨人接近了，耶、yeah, ！干他！等血月过。那我是不是应该回家一趟？还是我先去收？他很近，真的很近吗？没有，刚出现。他做这个东西了、欸，哎，刚出现。接近了，应该是有一定距离了，就可能不会太远。我来去看一下是哪一只。下面，哇！找到刚刚 bug， 你是说一次三个零起死那个 bug 吗？三个零，我们刚打那个麦块，麦块，哦。哦，真的没有很远哦，我这个位置就已经变天黑了，暗属性的。暗属性我来了，我是雷。嗯，好像，那我要过去吗？有人要解尾刀的吗？我的尾刀已经全解了，看你们谁要吧。我也解完了。你也解完了？对。哎呦。我先找个船点再回家好了。这里应该会有船点吧？重点是血月哦。对啊。哦。那想一下、哦。最少要有三个人在家，一人守一条路哦。啊，这里有没有船点啊？可以啦 ，BOSS 可以打，我们可以打死。他要死了，他要死了。那好像，那我是觉得，那我再走一下。啊有，我看到船点了，看到船点。这是死掉的音乐吧 ？BOSS 已经死了，输了。真的觉得看守者超好用哎、欸，不用修装备真的差好多。是作弊啊！感觉他拿来解成就用的。嗯，他是拿来播游戏体验的。对啊，对，他真的是。装备做出来后就不用做第二把去替换，就一把就够了。好，相较之下，我现在选的这真的是垃圾，废到不行，一点用都没有的格挡。看一下我手，都每一路都有人了吗？没有啊，左上我有，我才刚回来。我上手右上，我也是刚回来而已。好，我出去，反正我没战力。有啦，你有、啊、没有？我超没有靠，有啦没有啦？我哪里拿剩的、欸？要我啦！哎呀，你出啦！
财务资。沼泽环境长怎样啊？黄绿色。黄绿。一堆哥布林丢石头的那个。对。啊，对对对，还有那个蛇龙。金光蘑菇你在哪？没有怪啊，好无聊哦。他还是黑圈的时候，他就已经被我砍死了。哦、这个血月跟我想的血月不太一样啊。超废，超废血月。有 boss 出现吗？哦，我这边原本上面有一只啦，可是一出来就死了。哦，好了，好像不用顾了，它时间快到了。对，差不多了。废了，我来做一个，来做一个越厉害的盾牌好了，不然。乌鲁又存活了一天，把哨塔全部升到最高阶。好像都已经最高了、欸，这里三阶了，下面也都三阶了，九四二三阶了，蓝宝石，雪地，我来做这个啊，陷阱室还没最高阶哦，来给你，哎、欸，我有一千魂呢、啊？他差一千魂，他算好好的。好哦。对他缺一千魂。好、哦，你可能要拿去给他。给你的。三条沼泽。割掉这什么东西啊？我身上什么药水啊？防御药水。五阶啊，给了我们也没升级啊，在那边。我已经满等了、啊。哦，还有满等的哦，十等就满等啦、啊。哦，十等，怎么了？你的点数算错了吗？我没有，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有十等上限这种。哦哦，我以为他会一直升，好烂哦。我们已经满等好一阵子了，烂耶，一点用都没有哎，就只是想说把它升到最高而已。啊、我要去找蓝宝石，雪地哦，嗯，我啊海边那个是不一样的是不是，海蓝宝石，嗯，不一样，那这蓝宝石，这里有两个蘑菇，捡啊，蘑菇要晚上捡才有那个闪电蘑菇不是吗？对啊，啊对了，对，去找蓝宝坚尼。杰尼龟，杰尼，杰尼龟喜欢冰雪地形。繁星倒了，繁星倒了，我在家里，你在家里倒了，快、啊、点，跟哈基上次一样，掉到水里。没有，我是按传送点回来的。啊、好，救我！有人在家吗？没有。我正要飞回去，等我一下。啊！我被射了一下，我飞不回去。走开啦，哥布林！啊，哥布林！让我回去。闹啊！不是啊，这被捡过了，是不是？我来了。他的物资是不是不会重生？哎、啊，你会？会啊。哦，会。要一阵子。好了，耶、yeah。然后这边我能飙吗？不行，好像这样子。这边这个斜坡有物资可以捡。你在哪里？我们还缺物资吗？我边飙星星，哎，也不缺了啦，也是啦哦。也是啦，我们不缺了哦。全部放置。那想捡的就去捡。沼泽商人，
是你吗？哦，沼泽法师是你吧？哦，这里啦，我们有这个商人，有了啦，有了是不是？有了啦，是哦，男的女的？他是男的，你要不要找他？哎呦，帅吗？帅。他长得蛮像矮人的。那好像还好。还好。啊，哥布林哦。现在盾牌防御是多少？三四，那也没有差很多。啊，有了，任务完成了吗？哦，任务完成了，所以啦。法力这么好取得，为什么还需要法力妖姬嘞？对啊，挥两下法力就换满了呢。对啊，不过要看你的天赋了。可是就算没有天赋的话，还是集很快啊，超快的。嗯，全部转移。啊，看一下剑士。OK， 干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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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块骨头干什么？大块骨头，大块骨头干？他叫大块骨头。对啊，他是大块骨头啊。他有名字吗？他不大块骨头吗？好哦。把世界全部探索完成。我们现在还有哪些商人还没遇到啊？很多呢，火焰的是不是也都完全没遇到啊？所有收购的话，哎呦，哎，买东西的好像没有哈，买东西的没有，一个都没有。买东西的有啦，我有找到沼泽的。买东西的呢？就你可以跟他说买那些蘑菇什么的啊，有啊。哦，有，我看到了，看到了。对啊，右上角，对，右上角。有，看到了。收购商跟商人，对，我们现在其他区域的商人好像还没看到啊。嗯，欸，我们上一天是血月，这一天没有平安哦。欸，对耶，对，说好的平安嘞，我有的愤怒。藏匿处是什么东西？什么藏匿处？就山洞啊，进去晃晃啊。它突然会通到另外一边，不是吗？那是通道。哎，欸，它山的符号有点，仔细看，它两个不一样的。有一个是一座山，哦，然后黑色的洞窟，一个是没有黑色的。对，两种。藏匿处就这样，就这样进来的三只怪没了，然后一堆黄金没了，就这样。我让你捡黄金啊，采集黄金用的。对啊，嗯，好，还有一条路，另一条路了。布林，哦，碎啊，碎啊，碎啊，死人了。这是，这里面有大只的。安安，哪有呀？我觉得生存模式应该要把他那个主线任务拿过来，不然会不知道要干嘛。对，就算你主线解完了，你一样可以继续生存，其实不影响。只是他还要把他那主线带过来才对。What？ 你怎么倒了？嗯，他一穷就死了。
这只巨人好痛啊！两千七十，哈哈哈！哦，两千，痛啊！哇哇！哎、欸，家里有人可以守一下吗？我和，好，加油！一下子而已，哎，对，一下子而已。哦。他好痛哦！我全身传说装、传说武器了呢。哦、还有盾啊！然后怪其实还是打很痛。对。我觉得他装备并没有随着怪的强度而上去。他只有武器有上去很多哎，但是防具什么那些其实没有。防具有一个上就是极限的啊。对啊，就被打还是一样。其实我觉得他防具最主要是要他的抗寒抗热会比较有感觉有效果。对啊，对，他的防御力没有到很明显，有但是没有真的没有很明显。我的防御错了，我防御只有在打小怪的时候用，超烂。打大怪的时候就觉得啊，被踩一下还是这么痛。对，啊，伤人，伤人。伤人。啊，对不起，我按错了，我按错了，我按错了。你干嘛？你干嘛？你怎么被击倒了？你怎么死了？你怎么死的？我找不到水，刚没有选到水。呀，这很烂哦。垃圾职业又死了。哎呦呀！哎呦呀！打一下两一半呢，要修。灵魂守护者啊、哦，死掉灵魂的那个吧。对对对。哎呦呀！哇，这暗。卖啦！哎，不是，太会了吧！一传送出来，直接三只狼过来咬人，是怎样？蹲点是不是？手撕啊！他也不是手撕，我一传过来就在门口，我还没到我的撕包的位置。手传点啊！哦，很会哦，洗温泉是不是？该死的大块骨头！哎呦，维京囤积者是什么东西？叫耳熟，没用，好烂哦！保留20%材料，对，那个很没用。只有编织者是有用的，其他全部是垃圾。看一下是什么？我刚拿到一个符文是什么东西啊？修理成本降低20%，20%而已。如果修理它降低20%，我拿五个嘞，还是要，好像要，还是要一点点。哦，是。恭喜你，你是先知者了，你是先知那个什么先知者，没错。好臭哦，有病啊！你有病啊！哎呦呦呦呦！虽然是20%×20%×20%×20%，他不是20%+20%+20%+20%。啊，他要乘。他是0.8×0.8×0.8×0.8，0.8的50%多少？0.8×50%多少？观众，0.8×50%多少？你有病啊！啊这有卖不动护符。不动护符，冬天的，啊不不，冰冻装备。对对对，这边有卖了。哦，冰冷的商人。对对对，船舰开好了。哦，它有下一层呢，这山洞。嗯。好嘎！他记在哪个？好谢喽。上面的那个火焰地区就是。上面火焰哦。我看到你了。哇，你旁边刚好一个船点，我要去跟你关怀。好啊。去看看。
昏。先回去修妆。啊！咻！哦，有人算了，0.32768，所以大概是剩下30%的维修费用。对。所以你大概就是减免了68%。对。费。好费啊！好费啊！好费啊！就很烂啊！还要拿满哦。对。哦，我要死了！我要死！哎，白痴！你怎么又我、啊、你怎么又死了？两只雪地王八蛋一直在丢技能，挡不住。我有什么材料在那边吗？好像还好。啊，算了，还是拿一拿好了啦。我拿来的。烂烂的黄金。不是啊，我这是不是？哦，还好，我以为那块跳下去是回不来的啊！忘了做水，算了。哇哇哇！可以拉去下层那里啊？打坏骨头，结果，我要回收物资。诶、欸，拉杆在这边拉下去，然后嘞，移动嘞，诶、欸，该不在另一边吧？你有看到洞吗？诶、欸，我刚下来，不是这边的再下去的洞。我刚从楼梯走下来，哦、所以前面应该没有。哇，狼人啊，就好啊，走开！我要存啊，有黄金。哦，哇塞，飞太远了吧？哦，还有一道墙没破，剩下的哦。走人喽！哪边？哪边？你哪边是探过的？这边是探过的。这个拉杆拉下去了、哦，然后呢？就找其他路吧，把路地图全部探完吧。哦，走。哦。左手定理。嗯。跟着边走。去杀一些弱小的怪，刷一点礼物很好。啊，这个是一个大哦，墙壁，进，哦，宝箱，上面有个宝箱，哎，宝箱，香。冥界生物，你是不是回家去欺负冥界生物好了？好像有武器耶，我拿到一个武器，火焰的。我拿武器，好在这里下去喽。地下三层，第三楼，刷地层哦。对，这感觉就地层哎。对，你们刷。小副本，你们慢刷。阿环现在干嘛？家，我刚刚把东西带回来。哦，镜头拉远了。我等一下要回去。那是煞巨大块骨头，大块骨头，哇，碰嘎了！你怎么打了？这有名字哎，好名字，大块骨头，然后死名字的大块骨头，无情巨人，下一只巨魔，精锐宝石，捡到精锐宝石，哇，好痛！哎呦，哦，爱繁星，哎，你先补啊。哦，对，
先修个妆好了。有办法修吗？水灵魂不够。我帮你，我帮你，我帮你。没事没事，他也没坏，他也没坏。哦。哎呦。哦、oh, 欸，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啊，没，嘿嘿，很危险。原来你在前面啊？好像，哎、欸，反应是不是不用手都没差、欸？感觉是哎、欸。他们进不来啊。应该是因为我们的那个吧，我们的够硬、欸。村庄已经都升到最高了，然后他过了冬天那一次之后，会不会又回到第一天的强度啊？不知道，因为目前，欸、门关起来，他们应该是打不进来的呢。对啊，因为全部过来的都已经是半血，不然就是残血。嗯，好了，那我们出去吧。出去晃哦。没有、啊，下一个是血月哦。哦哦，明天再回来。没事，那是明天的事情。对，明天再说。继续谈。明天的事明天再说。对，中间有一个宝箱。哎、欸，哎呀，凡勋一起走啦。有个保护膜。走哪？哦，你在这哦，走啊。对，我刚刚看到你飞着。哎、欸欸欸欸欸欸！哇哇哇哇哇哇哇！哎，我好痛啊！哦，宝箱好像飞了。哦、好痛哦！身体痛。是有病啊，这些敌人。嗯，常溺出碎片精炼哦，传送食药剂，好多东西，好多东西，捡不起来，好多东西捡不起来。灵魂药剂，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什么？喝掉，喝掉。速度药剂、捡不起来。灵魂药剂喝掉，这个捡不起来哈、啊，算了。应该就没了吧？ Oh, 这个就没了。Oh, 旁边这里还有个地下室哎、欸。哦、oh, 欸，可是没有按，没有按钮啊。开了吗？他已经打开了。好、oh. ，前往地表，好吧。走喽，出来了。哦、oh, ，这里了。拿完副本哦。奇怪的副本。啊！不要拿石头丢我的。小怪骨头还丢啊？小块骨头，都直接教他是材料了，教他素材，跟动身一样啊。一千块不要跑，八千，八千块，啊是八千，是不是？对，他是值八千块，不狼蛛吗？对，八千块，很多哎、欸，要是这。现实啊，狼蛛一直卖八千，狼蛛早绝种了吧？直接被抓完，然后繁殖，要、啊、最高阶哦，精致伐木啊，好吗？好吗？哦，地图全开了。然后咧，我要做一件事情，我要做很多的地板，然后看能不能解那个成就。哎呦，气块没？我要去解。那我们是不是大家都一起都有啊？我不知道，我要去解看看。材料够吗？够啊！我都在砍木头啊。地板很材料很够，我做了超过100个，然后还有剩。好诶、欸。来这里。现在我的画面会很无聊，就是一直在盖地板而已。你这铺海啦？哎、欸，铺海吗？好像可以。哎、欸，蛋、啊、哦！我们家能不能盖啊？家里面不能盖，好吧？那我去找一个海来铺。嗯，这边好多海草，广、嗯，又发现一条新大陆。海草要晚上采吧？我知道啊，我都留啊。铺着铺着我就死了。我怎么觉得有可能？还是好像有可能。蟹壳。安娜，没有海草真的很多，看得很开心。
白心。这边起码有十片呢、欸。十二。可恶，捡不到那个牙齿在上层穿。让这地图没有海，哎呦，有想法哦，填海造路哦，有点难啊，要让它完全没有海有点难，有想法，有想法不错，没有是有梦想啊，等你完成记得拍照截图给我看啊，这是什么灵魂守护烂，灵魂守护保留20%的灵魂啊，对啊，超肥。烧废！100天让这地图没有海。不、哦，这边是死路。哎、欸，我没有那个。对，就那个100。哎呦，要从旁边开始盖。一啊，这里吧。海铺到一定的位置，它就不能再往外铺了。啊。嗯，他没办法再往外铺，他有一个深海范围，到那个范围他就不给你铺了。啊，怎么这样？他怎么会这样？哦，作者哦，好作者哦，怎么可以设计成这样？你当人家的梦想呢？对呀、啊，梦想呢？就少了趣味性了。对啊，不然你想要盖去哪里？世界的尽头啊！嗯，哎，又一个收购商哎，开船点、嗯、啊，有怪啊！你可以的，需要我刚哎、欸，好像可以，我不行，好像可以，到底可不可以？可以啦，可以啦，我没死啦。你看我等下死掉就是不行了啦，我一口同声啊，你怎么死的？那、啊、就是我不行了、啊。啊，你是谁？好可怜。啊，怎么死了？啊，你？你说安妮吗？安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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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妮死的话，我是蛮正常。安妮就有一点。那个嘛，每次都会死。这不康庄大道，有你！哎，这里太高，不能破啊！啊，这里不能破啊！算了，那我把这个河堵起来。你不要破坏这栋建筑，你走开。豆子表示：“我没有想过玩家会这么无聊，这么无聊的事情把海填平。啊”谁叫他们出了这么无聊的城就要100天？我操，真是蛮合理。一天铺一个方块，顺便解了。我成了，我解成就了。有哈，我们没有。哦、对，那可能就对你们要自己去解。你是做什么平台？木头。就最便宜的那个木板地板。哦。因为每天都有在砍木头。这片的木地板，明确。我还有剩很多啦，我拿回去放，看一下我要剩多少。我还剩50几个，50几个。你也做太多了吧？我就做100个啊，我也不知道我盖了几个啦，我就做100个嘛。那可以高度可以一直盖上，可以往上盖吗？不盖平台吗？不太行。斜坡往上好像不太行，一直往上盖。哦，你可以试试看啦。我那个早上在玩的时候，有试图要盖很高，但是没成功。嗯，哦，我回来试试看。先把地板腾起来，等会啊。做到25个。你做什么的啊？地板。地板是这个吗？不是，哦，建筑这个啦。房子，仓库里面我有放一些我刚刚做的，84个，看谁要先做，看一下怪进不进来，进不来就不要理他了。
是血月，是吗？是吧？不是吧？不是啊。哦，还没到，白痴哦。抱歉。有怪跑进来了，门没关吧？快跑进来了！哎，你都五等了，商人，你都五等了，补修补将，你这样亏了两刀，你就让他走路过，你这样对吗？修补将，欢迎光临。亏两刀，一时就让他走掉了。哎，有没有多灵魂啊？门还可以再升。我有130，我刚刚600多的，我都已经存到世界树了。来了，哪一个？右上的门，门好了，门现在的伤，就可以等他快没有血的时候再加，会变新的。嗯，哦，对啊，我那天他如果门完全坏掉是，就重来了，要重来了，做一个，哦，对啊，等那个吧，就再等等，还是右上的这门是已经爆过一次？没有，我们爆过的话，他会要全部重来。嗯，哦，从零开始。对，因为我刚刚有升过一次啊。跟谁？跟谁？跟门的，好不好？跟门。还有门？哎呦哎呀！门这样可以吧？你是 Tommy 哦。托米现在真是到处乱蹭，看到什么都想蹭，真的还没矜持啊，还发情，没办法，这是生理本能，他动物本能，他现在就是你撸摸他头，摸一摸，你会发现他屁股一直靠过来，靠过来，靠过来，他突然转身，这边痒痒的。真是完全没矜持。我是猫哎，猫要什么矜持？我是猫哎。你才矜持，你全家都矜持的。就刚刚一开始听到说什么没矜持。他是没有啦，这个左了吗？坏了啦。地板可以排字哦，可以写字是不是？啊，写字。可以啊，你看我下面那一整坨白白的，那就是我铺出来的地方。哎呦，如果你可以就慢慢铺成一个字啊，你就找一个大一点的空地去铺。去找巨人玩好了，反正不知道干嘛。这里，嗯，啊，去探上面的地图。去探。那我干嘛呢？哦，不能再出去了，是不是？我们把灵魂全部灌下去了，还是灵魂全部拿去买那个啊？灵魂的包，灵魂的包不是有灵魂是70，然后换50那个吗？700换500。哦，你说把它换成灵魂药剂啊？对啊，不要的时候就领出来，然后这样子用，也是可以啊。对啊，你就挡住。现在有卖吗？找一下吧，应该有。嗯，然后再玩瑞夫特，再盖那个拔。那款现在有更新吗？你们上次玩到那个有孤岛啊，新增孤岛有老鹰那个吗？我们上一次是玩到了一个旧城市，旧的漂流城市，然后那边的事情处理完之后，就没有后续了。哦，在那之后好像还是有，我看好像今年又有一个那个更新资讯，然后最近也有实况组在玩，要看有没有更新到很多，我们可以玩一阵子的这样子。哦，是啦，玩到时候我们开台一次，然后又结束了。好、啊。有金蛋欸，你们说金蛋干嘛的啊？我那天一直听不明白，不知道，我不知道他干嘛。有人说是那个啦，出现那个攻击的几率比较高。哦哦，然后我看他其实就是他卖给商人是200灵魂，但是直接卖给商人。你打我的房，
去你的！你滚！你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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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打！你还打！你还打！啊！完了！完了！完了！还好我不在筏上面。没有，还好我不在筏上面，我差点死，差点就沉下去了。对。咦？引爆任意惯类造成伤害，要不死他。哦，有。如果现在两个是被打，对不对？那时候也不。引爆什么？它是一乘以1.5嘛。嗯。对。1.5的五次方多少？我又要算数学了。可以请观众再帮忙算一下。观众数学都很厉害的，观众说没有计算机按的。那个世界中建筑物过多啊，分开了。好，我要来猜了。猜吗？可以，就是普攻啊，还是什么？有一个锤子的那个好像是猜锤子哦。你按 C， 然后选一下锤子。用滚轮稍微选一下，应该有个锤子的。啊，1秒钟啊，1.6左右。看精灵在哪里？我不看到精灵啊。这里我是不是探完了？ Oh. 对，是不是探完了？那我要去其他地方了。嗯，啊！索尔的愤怒、超烂。咦？嗯？啊，怎么猜不掉？哎、欸，要猜什么？暗精灵的那个活动啊？暗精灵活动解救吗？对啊，解救旁边的怪都打完了、啊，然后这个房子拆不掉。他中间要先把栅栏打掉吧？我记得栅栏牢笼前面有个栅栏。对啊，打掉了、啊。开不起来吗？对啊。自己都要去看看，我来去看看。他应该是不想被救，真的。不要出门来救我干嘛？我想在里面很安全。外面定时有人拿食物给我，你直接把那些拿食物的人打死了。他闹脾气，喝不出来。哎、欸，一瞬间点得到，角度问题吗？哦，我盖了一个桥，然后在比较高处就可以点到说 F 营救靠背，刚好挡住。对，他刚好在这个位置，你点点看看，你点到吗？不是，你盖这个桥干嘛、啊？那个桥你没有那个桥，你点不到。是哦，对，好吧，这他刚好卡 bug 哦。对，你看这怎么点都点不到啊，这边在这下面都点不到的。不对、欸，在上面才点得到。可是，照理来，我把它拆掉，耶，哎，这样点不到吗？没有，没得点，没得点啊，点得到吗？啊，有啊，点得到。你东西前面东西太多了，没捡起来。哦，他一直读取到前面的东西，你没有把它捡起来。他刚刚是把我打开一楼吗？嗯，这么凶啊、哦！太凶了吧！太凶了哦，真的很不想被救哎、欸。快开药！你干嘛救我？救一下！这里是有雕个符文吗？对，手臂是什么、啊？哦，弓箭手的是不是？这旁边会雕个符文。那个什么手臂是那个打巨人加10%吧？阴灵怪巨人加10%是那个吧？所有的愤怒吧？啊、哦，哎、欸、是吗？那叫手臂加什么？血月啊！特殊剑齿造成的伤害增加20%。血月、哦啊、没有用。血月回家、欸、无可隐藏，这就是什么？帮我米虫生活。哎、欸，你应该有谁在家？我手下，我正在往回跑，我正在经过哈基的路上，很远的地方，是只有我在家的意思吗？对，回来了，啊，
好，回来了，回家，回家了，回家了。好，那就交给你们喽。然后手左上，开门啊，不用关门啊，关什么门？我们世界树是不是快满血了、啊？他几乎满了、啊，还满血了、欸，他已经满血了。999，因为也用不到灵魂，也不知道干嘛了、啊。就也是，对啊，那不知道在旁边挂机，点点按下去，一扣血马上补，一扣血马上补，一点一点补。哎、欸，一灵魂，一灵魂，一灵魂，洗皮啦！我的画面是世界树生命已满，世界树生命已满，世界树生命已满。白金给予了一灵魂。嗯。哎、欸，是不是可以累积一万啊？那个是要传奇模式哦。对。对呀、啊，那个就是要大家一起解，然后一个人就先不付灵魂、欸，给他先累积。生存不行吧？我记得是他就写说要传奇。我刚刚说传奇呀、啊啊，对。一万灵魂的是传奇模式的，不现在不能解。嗯，解那个很亏、欸。那就是大家要一起呀、啊，然后一个人就不能付。嗯、等到他解完之后，他就可以把那些灵魂全部捐掉，换下一个人。是身上要累积哦、嗯啊，他是血累积啦，应该是这样。我以为是花费累积到一万、欸，花费的也有哦，也有哦，对，花费的也有，累积的也有。哇、wow ，不，我那天跟路人排了一场，就大家全部的物资都扣在自己身上，没有人要交，自私吗？很正常吧，没有人要丢到那个公共的箱子，是我的，要自己出去拿，是我自己要用的。还有已经就是到第四天，我还一件装都做不出来，因为根本打不到皮革。跟路人牌就是这样、嗯啊，大家都想把物资扣在自己身上，让自己变强。殊不知，世界树这样子就一下爆啦！好像第八天就爆开了。嘿嘿。哎，又有传点喽！这是另外一个卖东西，出售。好了。有了，我也有了。几个月我不知道，我是说盖东西的。哦，我要去、哦，我现在把东西拆掉。我这干嘛、啊？拆掉东西会还回来吗？不会，不会。对，嗯，我们现在不缺那个了啦，就没关系的啦。是换我来盖一下、嗯。下一位。盖超慢的、欸，要按一秒钟哎、欸。哎呦呀！看来他这个要盖字的话，还要限定的大小。你的帅不能盖太大。怎么这么叫声这么惨？哦，天哪，哀嚎声！我说这只哀嚎声怎么特别大声？吃广告啦！吃广告！吃广告啦！俘虏被带走了、欸我？我不是救了他吗？另外一只吧，我刚好看到成功救援了、啊。哦还有其他只就对了。哇，家里地板没了。对啊，我刚刚有丢木头进去了。
木头也没了，也没了。刚刚做了二，做了十几个而已就没了。哦，吓死了！再放着。干嘛？我以为我踩到脚下的那个木板，我以为整个人滑下去。正装需要帮助。哭啊、走过来一下而已。你是在哭我今晚平安夜。好，回来开 party 哦！今晚的怪会隐形，救我！隐形怪，好恐怖哦！今晚，阿酱真的很闲呢，不知道干嘛了。对啊，除了就是探图，好像也没什么事情可以做了。对，真的没事做，好像快探完了呢。我们是不是之后试下的时候有空就上来挂一下天数啊？嗯，好像可以，好棒哦！对啊，反正我们现在应该是有办法守过那一些，除非有巨人，应该也还好，我们应该打得赢。巨人可以啊，我刚已经打赢。对啊，我们现在巨人一个人应该也是打得赢的，所以对，感觉就是大家有空就上来守一下天数。嗯，全部放置。好不好来哦？又是巨人进来了，巨人你在哪？等一下，巨人在左手边是不是？我看看。在清音。对，要带一些在身上。巨人在右手边，所以在中间路喽，在这里喽。名贵宝藏，我藏在这里。去砍木头，好贵。在左手边，左上。对，在上面呢。酷啊！你到底在左手边还是右手边？这里。那我来这边看看。嗯，左上。我左下啊，在这里是左下。这边是左上还是左下？在这里还是左上？这边是左下。它是在海上啊！看来木板有用了。要踩一下，然后全部爆掉。踩一下全爆，你就过去一起送人。这里呢？压住外送灵魂呢、喔？我这个位置是在正，几乎正上方。那真的是海上呢？哦、那就是冰的巨人呢？没有了。哇！好、哦，好、哦，几乎在正上方啊！对啊。这里正上方已经没东西啦、欸。姐夫的台语是不是叫做几乎？几乎。所以跟台那个国语的几乎，我每次小时候都是搞混。几乎。念起来差不多。几乎啊。还是说地图？地图有没有传送点可以传到另一个大岛之类的？攻击。这就不知道了。有了，找到了。嗯，那边有岛的感觉、嗯，可是我们这边没有路可以连过去啦、啊，这边都看出来了，还是左下一点点，可是不对啊，那里难不成可以岔出去一条？哦，有可能呢、欸，说不定就是刚好那黑圈这样岔出去一条，好，就走那边。大晚上，有可能。往上了，睡啦！捡东西喽，捡晚上的素材喽。哎，海边了，在海边了。那我去修装。哎呦，大块骨头啊！哎。又那个了，也我又要回归五颗那个编织者。哎呦，哎呦呀，这是什么东西？喝下去对了。开心。啊！妈、啊！喝了什么东西？外毁！被崩起啊！被崩起啊！被崩起啊！你喝到什么毒药啊？这个游戏有什么？
这游戏有毒药可以喝哦！我操，好厉害、啊！哎呦呀，妈妈咪呀、啊，干什么去？过来，给我，给我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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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啦！我现在转职变远程了哦。嗯，哎呦，转，你会丢工就有证实了。哦，不用丢斧头的。哎呦，没，新潮哦。哦、你怎么倒了？啊，怎么这么强？你在哪个位置？哎、欸，可以复活，可以复活，可以复活。啊，你打什么啊？雪地的大火。哦哦，很痛。雪地的怪就是痛到不行。毕竟他知道，他知道。正常的都是要接入过去才能打的啊。对。哦，哎，不是这样的吧？有人被手撕了、哦？没事没事没事，他卡点他卡点。我举个盾，然后被人家踹开来，然后另一后面的补剑补刀。哦。过分了。啊，这个卡宝。不是这样玩的吧？又倒了。死三次，没有人站起来，然后就一个那个谁的那个地板的滚滚刀冲过来，搞你呀、啊，搞你头，真对，笑死。不要玩，我回去做药水再来玩。蘑菇有87个，嗯，这都是那个农场给的吧？对，嗯，在哪里呀、啊？位置找不到，就是这个，就是以沙弥戒啊，这里上不去啊！对，暴仇造太大一群，嗯，报仇了！你们刚打我嘛，打很开心嘛！哦哟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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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出水，要出水！开心，再打一次！开心，打得很开心嘛！来呀，再来开心一次！开心的来喽！来，怪你说我们的开心。哎、欸，好痛！干嘛修啊？好，打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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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只在那边一起丢丢斧头，恶心死了。哎、欸，哥布林坦文，什么？还掉钱呢、欸？钱？啊，死了！这世界有钱？不是啊，他背上一直在掉东西。哦、oh. ，那应该不应该把他打死的、啊，那就一直走，一直掉，一直掉，一直掉。对啊，你说把他绑起来，绑在家里，让他财富财富金财富密码、欸。男生是这里往上走、欸，哎，真的是接上去有一条路、欸，哎。哦，是不是快看到他了？区域好棒！我好像快看到他了，可是他不知道在哪里。哦，对了，这里很近了，他那箭头动得很快。月月船点要先踩吗？月月，我正要去踩船点，我正要去踩船点。你在砍那个是不是？对。哦。
啊，这个啦，彩虹桥之城，我们这有彩虹桥吗？应该没有吧？看到，没有这个没有。它彩虹桥好像都会在家附近，那这个模式感觉上是没有。也是啦，不然巨人好像太好刷了。对，傲娇开心呐、啊！哦，我听到他的声音了。哦，是什么属性的冰属性？给你吃啦、啊！你不是缺冰？我解完了。哦，对，看谁要解。我也解完了。蓝星？我不知道哎、欸。你可以先退出去看啊。是啊。哦，对，就是那个生存可以随意进出。哦。进入。有路，好，把他们探完。对，我任务需要不动血吸，解完了。动血吸，不动血吸，不动。什么？哦，火的有，插冰跟雷。那等一下看繁星，就留个残血给繁星吧。嗯，我插冰跟雷，你刚刚不是说是？哎，这是冰啊！哦哦哦哦哦哦。哦哦进来哟、哦！来呀、啊、哦！他剩一万了。买啦！他剩一万了。啊，等一下过去啊！怎么剩一千呢？剩六千、五千、五千，剩三千。我觉得你不要再打了。我走了。剩三千呢、欸？还剩三千五。那极限压血，已经差不多死了，三千五打两下就死了。凶啊！我有差点滚到水里面去，真的是滚到水里面就直接死去，真的是可怕死！一样，我吃不了啊！我还帮忙打物资哎。可以捡物资。东王。来啦！极限鸭血感觉好好吃哦。极限鸭血。极限鸭血哦，很电竞哎。是很辣的那一种吗？极限辣鸭血、哦。辣的不要，辣的不要。极限辣鸭血。来来来来，你要这样。我们要撤，我们要撤远一点，我们要撤远一点。我怎么不能射了？哎、欸，还有。哦，看来是看伤害了。哦，哦，看来是看伤害了。对，因为有大半的血都是我打的。噔噔，没事。测试测试。懂了。不知道了，之后谁要就自己去摸吧。自己去吧。嗯，怎么了？不会啊。嗯，不是，我是说我这边的路尴尬。哦，不了解啊。家啊，对，我上了耶。没事啊，没事啦。一般状态好像根本就进不来了。他们是沉。目前感觉他们是没办法进来的。啊，有了有了，进来，还好、欸，扣不了多少血啊！你看我们血还是只有扣五十滴而已啊。那是自己掉的吧？对啊，自然扣血啊，那这根本没差。
去砍木头。这游戏真的是后面25天就差不多了，我觉得。对，后面就没东西玩了。嗯，它目前内容感觉就是让你短少天数去刷那个刷 boss 刷成就这样子。对，要么就是其实他我觉得他的物资太好收集，像黄金那种比较高阶的装备的话，他采一个矿就给你七八个。可是他的那些材料做出来也只有武器有差，其他其实没差太多。嗯，没有，我是说如果你要延长游戏的寿命，就是你至少有个目标可以做。哦，虽然那个没什么屁用，就是加的东西不多，但是至少你有个目标的话，精进自己。感觉这款游戏就是给你一场一场这样子玩的，而不是像我们想要玩长久的。对，嗯，就是给你一场，然后你可以去挑战 boss， 挑战什么，然后就时间到了几天之后，像传奇模式就到15天就永夜嘛，就是可能它原本设计就是15天左右，你要玩完这个内容。就他应该就是这样的设计吧。感觉东西也不够多，就是玩个两三次就差不多走了。对，他的符文也是很少，就这几种。对啊，没什么变化啊。还是要去用金角去抽，用抽的会不会有特别多东西？这就不知道。金角抽，家里可以抽啊。帐篷那个啊，巫医后面那个啊，可以试看看啊，可以抽看看能不能抽到什么其他的特别的东西。因为你看我们的地图其实应该是没插入出去的，就是除了圣影院那条以外。对。要没什么船点欸，对啊，你走很远了欸，还到海边啊。你刚刚离你最近那个海边的是我刚刚走过去探的。我去走，你继续走。继续，我沿着路往前走好了。嗯，我海边我来走。任务给的奖励其实也，嘿嘿。击败精锐生物，什么东西啊？我来抽个三抽看看。抽，哦，第一抽。主页第一页游戏应该是打算慢慢更新哦。哦，他是打算慢慢更新哦。可是他这样子，哦，太慢了吧？热潮很快就过了呢。对啊。一整内容真的没有很多。第一抽抽到一个白色的，无法修理。成本降低20%那个。好烂。啊，第二抽要花2根哦，啊，越抽越贵啊，好烂，不玩，烂，他已经抽够烂的东西了，啊，越抽越贵，哦，你哦，好歹给个特殊一点的嘛，哦，花一个这么稀有的金角，然后抽一个很普通的东西，抽个废物。哦。好极乐哦，好肥！我想点臭豆腐来吃，鸭血吃。以上就真的是我们最后快100天的时候，要到叫大家上线，然后解那100天的成就就好了。嗯，对。哦 ，Happy 手，船点了，好，哦，我终于找到船點。那个阿旺，我刚刚又丢了木头进去，你刚刚去做吧。等等，我要开一下这个商人。好，鸭血臭豆，我选品哦。对啊。好喂，欸。好喂，欸，我要看一下有什么可以点好了。啊，有什么可以吃？哦，是不是？第几个一啊？埋伏人呐，啊！哦哟。哦，狗狗，狗狗，
欸，这里也探完了，最后了，最尾端了。唐望臭豆腐，好，就这个了。屌啦！啊，骂脏话哦！屌啦！屌啦！笑啦！屌啦！要发音正确，不然会屌啦。嗯。哎、欸，对耶。嗯。像这里可不可以卖钱呢、啊？就是99天的时候卖位置让人加入之类的啊啊，有人会买吗？重点，强迫症会吧？哎、欸，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在第99天的时候开放关端，大家一起进来啊？啊，不是四人吗？十个最多十个人，但是我们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好像已经限制人数，缴税了。没有，这个只有设密码而已。哦。抽干爹可以抽干爹，六个人进来。我就要试一下啦，要试一下确定一下。嗯啊，好，阿基那边抽比较多好了，有没有？已经到 FB 了。哎呀，不一定啊，我觉得有这款游戏的人应该蛮少的，我觉得。哇，滚进海里面去耶，好棒哦！按精灵滚到海里面去，下去吧，直接下水，对，笑他，那就是解活动而已，笑他个小废物。哦，最近是那个吗？胆小狗英雄的作者那个吗？啊，好像过世是不是？还是什么？啊，是哦，我看到就是一堆在画那个，就是英雄。就是在很难过的永不消失。哦，莫莉尔。哦，哎呦，有啦，船点都在海边啦。沙漠商人。有屁呀、啊，小屁孩。哦，这有卖金的，一个200块，不便宜。黑曜石有卖啊，大块骨头也有咯。隐约臭豆腐要点吗？我应该没有，还好。应该点了就吃吗？我还好。对啊，你现在还好啊？等一下送到就饿了啊，对啊，差不多啊。对啊，刚刚好啊，对吧、啊？还一小时。我的还好是对这种湿的臭豆腐还好。哦哦，可以把脑干掉。欸、我们也把它晾干，晾干吗？你还要再帮我拿去炸哦？对啊，你点来，然后来了再炸一次就干了、啊。没有啊，你就是对他认真啊。认真他就输了、啊。哦，输了，就比较好吃嘛，比较输啊。不要突然不讲话嘛，很尴尬哎、欸。是啊。我要讲什么啦？我接嘛。没什么话好说。教我们啊。你都赢了，你要怎样？对啊。杰哥。叫你杰哥也是对的，我手痛。这个星星符号是什么东西啊？什么星星符号？哦，活动碎片。活动碎片，有人刚才解过任务了，然后活动碎片我可以来捡哦。哦，我刚解掉了。对啊，可是那个解掉应该是。我不会看到这圈圈的啊！欸、嗯，哇，这场面上的活动也太多了吧？对吧？超多活动，一堆鸡，我找不到鸡呀、啊！加油，加油，恶魔加油！来，加油，再来，加油，加油，再来一下，有，很棒，很棒，再来，快点，再来一下，听起来像是在挖谷之类的。来，龙给五仙，五仙来，来，龙给五仙，
来来，再一下，再一下，再一下，来，加油，加油，加油！好漂亮，漂亮，漂亮！后退，前进，再后退，哎、欸，用力，大力一点，对，用力。哦，我们直接是呀，让四叶树砍就好了。我有四千魂啊，我不知道你怎么想。就让他们打、啊，加油，加油，加油！反正可以放他们进来，我们四叶树超坦，他有一万滴血。没有嘛，我要解任务，我要杀十个民间生物。哦，要一次杀、嗯？我觉得你要等到那个夜晚比较长的时候。不，是这个游戏的任务，看板任务。哦，对对对对。我说你要等夜晚比较长的时候再来解。我那个我知道啊，就血月啊。哎、欸，我刚的任务去哪了？老婆，加油！干嘛？加油！是你吗？找到灵魂花。你们找到地方花你等终于有地方可以花了这是什么辣豆皮忘错豆腐看他点这个加一点金针菇啊香菇啊我都会额外点金针菇跟香菇欸以前很爱吃金针菇可是你是說不知道我就是近期内吃金针菇都会卡牙缝、嗯，不喜欢。我也觉得很烦。对，我以前啊，如果你们吃芒果要吃不是两边削掉吃中间的果核的时候，你们会觉得很烦吗？中间果核哦，对吧、啊？因为不是吃的时候那个它的毛会卡到牙缝里面，我会。果核比较多是我妈在吃，哦，就吃果核的时候，到果核那个地方，我就是用吸的了，我不会去咬它、欸，哦，我吸吸，因为他知道他旁边那个会很多须须啊，对啊，更烦，哦，那我的果核的部分，我就会用吸的，不会去用咬的，因为就觉得咬的你吃下去也是须须，我还是吐出来啊，对啊，芒果就是一个。没有人处理，我不会去碰的东西。嗯、芒果就是你旁边敲一半下有没有？然后上面开始画那个格子。我知道、啊，这个以前的时候，我看到那个时候，我觉得啊、哦，好可爱，好好吃。对，一格一格慢慢吃掉它。我说那时候吃错格会很生气。我那时候看到菠萝面包，以为它是芒果口味。就下去不是？蛮像。对啊。很难过。这里探完了吗？这里探完了、欸，他、啊、没有单点，没有单点压血哦啊啊！你那边没有哦？啊，他其实就是一份麻辣压血，就是一份了，一份一百块、欸。他不给你加架构，你好像就是两块压血。嗯，对啊，先点过，好的，好的。而且我敢吃鸭血，不太敢吃猪血。哦，为什么？有差吗？我觉得猪血会有个味道，鸭血就比较没那个味道。哦，都吃不出来，我的舌头比较迟钝。不是都好吃吗？你们是怎么都往嘴巴塞吗？好吃啊！对啊，然后吃下去啊，凋零了。哎、欸，这东西可以吃吗？啊，不吃啊，好吃啊！哎，这个东西，这东西是什么？然后你就把嘴巴咧，我才没有这样，别乱讲。没有啊，是我这样啦。影月啦，影月没有不吃的东西啊，对啊。吃，我就游戏中，我就说、欸、这什么东西，然后别人还没回答，重新吃下去了。啊，不。也会中毒哦！哎、啊，我还没讲。隐约就是神农啊，超白神农是对。最后一句话，这个东西有毒，好吃。奇怪，声音很大、啊，后劲在哪？确定。一键下订单，小车，我在这里啊、哦！智者变智者变智者，我要钱变智者，耶，捡到了！智者好用啊！我就智者，
最好用的就是编织者了，没有其他的了。我看我有个编织者，我剑在那边砍一刀七八百，啊，编织者一剑出去就是1800，有什么差多哇哦？命法飞弹，三个编织者，血月升起，好好哦，越血越了。我去打找那个大的火，去打你那个东西。找赌编织者吗？对啊，编织者。不然，我想要站着过往会补血的那个。哦，你说那个叫什么？我看一下。那是不是要先解锁啊？我有啦。那个叫旗帜时间。嗯，那个我之前有拿过一次。对。三秒会回，有那个挂在家里就安全了。补那个树吗？应该不会吧？不会，树不会补，墙也不会补，对吧？哦，你可以站在前面来挡怪，至少可以挡一路。嗯。海底捞，我现在去吃，其实。不要吧，一道面很爱，觉得就是好贵哦，是服务的而已啊。对，他的东西就只是服务好。要一次吃乌马？哎，我觉得乌马还好。真的假的？我不信，我要去吃。懂？不信？不知道他就是，就他的肉，你可以吃出来是比较贵，可是就量不多。哦，乌马是哪一家？烧烤，烧烤，是南部的吗？北部有吗？中部，中部南，中南部，哎，欸，中部啊，台中啊，台中。嗯，他的粥跟鸡汤很好喝。乌马，等一下，他不是烤肉吗？然后是粥跟鸡汤好喝，因为那个可以无限续。乌热的手臂。拿破里卖炸鸡嘛，还有那个肯德基卖蛋挞嘛，对啊，同样道理有懂。对啊，都是副业做的比较好。可是就两个，然后吃，我就说我跟白叔吃多少钱，2000多块啊。哦，那就是看你点什么。肉真的还蛮好吃，可是就真的量没有很多。哦，然后就你知道，记忆点就是鸡汤跟粥很好吃。嗯。就觉得还好，我现在宁愿吃到饱的。点点看，点乌勒尔的手臂，这什么？特殊剑手臂，哭啊！对你刚才讲过的，就忘记。对，垃圾，垃圾。可惜肠胃不好，不然其实我很想。练习自己吃辣，对。我也是肠胃不好啊。你就是没办法吃啊，你这怎么？对，我是不能吃的，没办法练。对，肠胃会出问题，会很痛，会被捶到那种。哦，哦。雷是怕什么属性啊？冰。暗，欸，暗，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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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道歉。雷暗护克啊，嗯，哦，我想说雷要怎么去打雷？雷啊，啊是血月啊，家里有人吗？不用怕啦，哦，在家。免惊免烦咯。啊 ，BOSS 给我一个金蛋，然后宝箱开出来再一颗金蛋，是要给我几颗？两颗，等等等，路边小怪打一打又一颗，我就玩游戏嘛，收集五颗，看会不会召唤出黑大法师。大法师应该只有两颗蛋蛋吧？召唤出自己的蛋蛋，哎呦呀，要学，哎呦，哎呦，没有，我刚明就说只有两颗蛋蛋吧？哦，刚金叠在一起，哇！第三颗了啦，醉啦，醉啦！旁边宝箱看起来又一颗啊，醉啦！召唤大法师哦，七龙珠蛋蛋，哦，七龙珠吗？嗯，啊，许愿，
那这个龙珠也放太近了吧，三颗放在一起。他有没有已经收集到三颗了啊？对啊，可能跑去尿尿先放着啊。还在从箱子里面拿出来。对啊。嗯，这个上面好像没写名字哎，可以拿走吗？不是，这个铁匠就冲过去，然后把门撞了一下，然后门爆炸，然后再回来。在闹。啊啊！撞门啊！好痛，好痛！我先撤，我先撤了。老居晚安。就是跑去撞门的时候是撞到小子，他受不了了。啊！好痛！我要是他出门，我要是他出门瞬间撞到小子，我也是先回来了。可能在门前有人掉乐高在门框。哦，先坐一下，好，等一下再出门。好痛！敌人是怎样啊？在家里的陷阱，每一个炸弹自己都打一下，然后自己的人先灭一半。这是在干嘛、啊？怎么有同队伤害？要 DK 啊！哦，你是在干嘛？这好闲啊！对，真的好闲啊！这游戏啊，我真的不知道干嘛了。对，他都没有一些表情动作可以跳舞之类的吗？好美！我记得、欸、有啦，我记得有，我记得刚开始设定的时候不是可以调什么姿势的？你就找不到了、啊、你按 Ctrl 再按哦，有欸，哦，真的欸，哦，笑嘞，我就没有空做这些动作，你交谈太过频繁，干被 ban 600啦，300啦，600吗？嗯，不能讲话了哦，可以了，可以了，大概十秒钟吧。哦，不是，他有空做些这些动作，不为什么不多做一点内容啦、啊？对。哦。送你有语音的。嗯，按 Q 跟 E 啊。可是我语音是全空的。嗯、欸。没有设定到、啊，你没设定到吗？对，应该是没设定到了。玩 POE 好了，好啊。其实上 POE 晚上再打一下。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差不多了，我们就是等时间，等100天来大家上线这样就好了。嗯，对啊，这不然这没东西，没不知道该玩什么了。你要嘛就是挑战传奇模式，因为传奇模式最后还有一个大 boss 啦。对啊，所以要就是玩传奇，他生存其实，我觉得为了那个100天好像，就是但有空的时候上来放着，等一下。哇哇，可以放更久了，今晚没有冥界生物。啊好，我们要干嘛呢？不知道，我可以下去拿宵夜，我宵夜来了吗？嗯。55，11:55啊！可恶，啊不行，你可以下去等，你下去等吗？这游戏真的是就这样了。嗯，啊，繁星的弓借我一下。哪一个？什么？我阿公借你一下啦！阿公，公借你一下，我借你阿公干嘛啦？瓦工在，瓦工在，你要哪一个啊？雷工还是火工？没有随便说，我只想瓦工还是内工。来借阿公可以干嘛？问你啊。问你为啥借阿公啊？我烦心，阿公借我一下啊。瓦工在我出生的前两个月就哦。
没看过他，对，那不好借呢。对啊，我可能要借来关洛伊呢。有些事情想问他。等一下，突然想到，你这样子要借，是不是要拿着他神主牌啊？哇，安求林尼。好啊，哎、欸，你还刚可以还你啊，阿高，你还勒头卡，太乖。你是谁？他有。我可能会有看下雪喽。林武来我家了。我到底现在应该是打开我刚刚在玩的麦块，还是我去开一下 PO？ 其实我觉得我今天差不多了。嗯，我们今天开到这边好了。好啊，好啊，也是。他说来塞猫，猫咪也在睡觉，他一脸超不屑看着我。好什么东西？我在休息。休息。差不多啦，就这样。休息啦。哦，有点卡，不是有点卡，好卡哦，不是开太多东西啦。那好久没玩了。我曾经还有个冲动是想把整个游戏删掉，哎，就是全部重来之类的，就想要什么东西要重新来，就觉得啊，因为像麦块嘛，一开始重新玩是最有那个新鲜感的。我叫祖蒙，什么东西？那个。没开动身哦，因为前阵子我的那个，因为从 FB 转到 YT 之后，那个截取的画面有点出问题，就是又回到了那时候是我像这样子打下去嘛，打下去，然后声音是延迟 0.5 秒才出现，然后哦看，我想说抓个长戟大兜从就走。然后那时候就是研究半天，啊，是直到前阵子在那个嘛，那个方块，前阵子在那什么圆滚地球变四方那个我叫什么 ？EDF， 然后才努力把那个声音延迟救回来，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光遇嘛，再把那个 Switch 弄出来的时候，发现又出问题。好啦，那就这样啦，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嗯，我要存档。哎，马上开到 SSR 哎，那什么鬼？黄金鬼敲行虫，应该都还记得吧？不朽，好拍，红敲行虫，黄金鬼敲嘞。啊，那个是细长什么鬼，还是长颈鹿什么鬼？干，怎么都一直出现猪啊？真的是打一宿。好诶，好诶。好啦，那就这样啦，感谢各位，动身先关掉。嗯，好啦，就这样啦，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啊。那今天早上有一部画猜的，不啦，电话传情的啊，然后下有一部狼人杀的啊，解说可以去看。就这样啦，感谢各位，大家晚安啦，拜拜，拜拜，要去跑光遇啦，大家晚安。